我们现在出席委员十二员，已入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及讨论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11月27日星期一上午9:03至12:53；11月29日星期三上午9:04至12:14，下午20至6:37；11月30日星期四上午9:02至12:10，下午23至5:21。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江启臣等13人。列席委员叶一京等25人。列席人员：11月27日，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烛及所属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曾焕栋；11月29日及30日，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曾焕栋；主席蔡召集委员适应。11月27日星期一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家安全局收支机密及公开部分。决议：一、机密部分审查结果略；二、公开部分审查结果。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74项国防部所属国家安全局部分第一目没入及没收财物30万元照列；第二目赔偿收入原列742000元，增列30万元，改列为104万2000元。第三款规费收入第65项国防部所属国家安全局部分第一目使用规费收入无列数；第四款财产收入第88项国防部所属国家安全局部分第一目财产孳息136000元照列；第三目废旧物资售价167000元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86项国防部所属国家安全局部分第二目杂项收入6568000元照列；税出部分第九款第二项国防部所属国家安全局部分第二目情报行政原列89107万2000元，减列行政管理200万元，含业务费中房屋建筑养护费100万元，设备及投资100万元，情报教育训练项下业务费中业务训练费100万元，情报建筑及设备项下设备及投资中资讯软硬体设备费100万元，共计减列4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88707万2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1项，内容如下，请参阅，并请翻至第8页。三、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防部所属国家安全局部分收支机密及公开部分审查完竣，审查结果送财政委员会会诊后提报院会，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蔡召集委员适应出席说明。11月29日星期三讨论事项：审查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外交部主管收支机密及公开部分。本次会议采报告先公开后秘密询答及处理，先秘密后公开方式进行。外交部部长李大为报告，委员刘世芳等11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等及其答复。决议：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外交部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至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二、委员吕孙林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三、106年11月30日继续审查。11月30日星期四讨论事项：第一大项，继续审查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外交部主管收支机密及公开部分。决议：一、机密部分审查结果略；二、公开部分审查结果。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72项外交部第一目赔偿收入185万元照列；第三款规费收入第64项领事事务局原列35亿2147万5千元，增列第一目行政规费收入30万元，改列为35亿2177万5千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84项外交部第一目财产孳息2560万元照列；第二目财产售价无列数；第三目废旧物资售价400万元照列；第85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财产孳息无列数；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无列数；第86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目财产孳息原列10000元，增列10万元，改列为11万元；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无列数；第七款其他收入第82项外交部第一目杂项收入3亿1410万5千元照列；
第83项领事事务局第一目杂项收入7141000元照列。第84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第一目杂项收入41万元照列。岁初部分第八款外交部主管不含机密部分，第一项外交部不含第八目外交支出机密预算原列232亿零151万10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400万元，含基本行政工作维持100万元，资讯处理3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二目外交管理业务向下自作国情资料中业务费50万元。第三目驻外机构业务向下驻外使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4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四目国际会议及交流向下出国访问100万元。第五目国际合作及关怀向下驻外技术服务3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列125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31亿8901万1000元。本项提案14案保留送院会处理，内容如下，请参阅，并请翻至第18页。本项通过决议60项，内容如下，请参阅，并请翻至第79页。第二项，领事事务局原列14亿3307万元，减列第二目领事事务管理项下加强领务服务工作中业务费50000元及领务电信传递50000元，共计减列100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4亿3297万元。本项通过决议5项，内容如下，请参阅，并请翻至第85页。第三项，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8199万7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内容如下，请参阅，并请翻至第86页。三，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外交部主管收支机密及公开部分审查完竣，审查结果送财政委员会会诊后提报院会，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蔡召介委员适应出席说明。四，有关委员提案内容文字及金额在不影响提案原意下，授权议事人员修正处理。第二大项，处理院会交付外交部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案等4案，明细如下，请参阅。决议以上4案处理完竣，同意动之并提报院会。以上宣读。请问在场委员对于上次会议事录有无遗漏或错误？没有，我们宣议事录确定。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及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处理院会交付105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国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等2案。一，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冻结国军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复工事业旅运费预算1/2案。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军医局第一目军事行政项下军事医疗作业之人事费预算冻结500万元案。讨论事项：一、审查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防部主管收支机密及公开部分；二、处理院会交付国防部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科学研究预算冻结5亿元专案报告案。以上宣读。请问各位委员对于报告事项第二项国防部附属单位2件预算冻结案书面报告送交本会即可动之。经书面报告已送交本会委员，预算同意动之。各位委员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好，我们现在介绍在场的委员以及出席的列席官员。首先介绍蔡适应招委、罗志正委员、王定宇委员、刘世芳委员、吕孙玲委员、林长佐委员、吴坤玉委员。冯世宽冯部长、薄宏辉薄长次、朱华昌朱副总督察长、刘任元主任、政治作战局文正国文局长、军备局梅家树梅局长、主计局陈国胜陈局长、军医局吴宜昌吴局长、战略规划司吴宝坤吴司长、资源规划司陈正奇陈司长、法律事务司林纯美
林司长，整合评估司林超伦林代司长，全民防卫动员室韩刚敏 韩主任，国防采购室黄希如黄主任，政风室许志云许主任，主计室洪文煌洪主任，人事室林秀梅林主任，人事参谋次长室傅正成次长，情报参谋次长室陈国华次长，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江振中江次长，后勤参谋次长室胡展豪胡次长，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李廷盛李次长，训练参谋次长室钟树民钟次长，陆军司令部参谋长白杰龙白参谋长，海军司令部李忠孝李参谋长，空军司令部郑荣峰郑参谋长，后备指挥部丁大成丁参谋长，宪兵指挥部冯毅冯参谋长，陆军后勤指挥部参谋长陈生在陈参谋长，中科院副院长 马万军马副院长，军事情报局执行长郭立忠郭执行长，电讯发展室刘德金刘主任，资通电军指挥部指挥官马英汉马指挥官，国防大学副校长邱树华邱副校长，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张永文张校长，行政院主计总处曾焕栋专门委员，我们现在请国防部冯部长就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国防部主管收支公开部分做报告，请部长。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让我报告我们对于这个幻象机现在打捞跟搜救的状况。经过我们这一阵子，我们继续的派遣 C-13 东机跟 P-3 西机，他们因为是慢速机，可以对海面的监控比较容易做一个征收，那么我们仍然持续的上午下午都有派遣。那么其他的海军的船舰至少有一艘，然后还有海巡署的海巡船也有跟的，我们一起在征收。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空军请打捞公司已经招标完成，他作业两天以后，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跟我今天早上进指挥室都发现他的天候的状况超过他的这个操作的比如说应该是五级风以内，现在都是七级风，他没办法作业。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期望天气能够好，能够尽快的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完，能够找到这一个幻象机，使我们能够找出这次失事的原因。那么感谢大院贵委员会安排本部实施107度的施政计划及主管的预算，还有科学研究预算解冻案报告，承蒙各位委员先进对国防预算的支持与督促，使本部各项战略性的工作能够顺利推行，在此特致谢忱。107年的国防部的主管税出预算编列是3278亿，较106年度的3193亿元增加了85亿元。这个配置的原则为优先满足推动募兵制的法律义务支出，并致重点于落实国防自主与国防科技研发等施政的要项，同时陆力筹获先进武器系统，维持主战装备妥善等需求，确保建军备战稳健的发展。国军建设攸关国家安全与百姓的福祉，建军备战不容松懈，
展望107年国防施政的规划，国军官兵将全力以赴，恳请各位委员先进继续给予支持与指导。接续由主计局陈局长以及军备局梅家树这个局长向各位报告主管预算案及机密冻结案的这个专案报告，谢谢。107年度施政计划及主管预算案报告，报告人主计局局长陈国胜。目录既有前言等事项，依序后报。一、前言：国军因应敌情威胁和国防安全挑战，除建立具备吓阻及防卫之国防武力外，并缜密建军规划、联合战力整建以振兴国防自主产业等，使国军成为保卫国土与人民安全的精锐劲旅。107年度国防预算编列3278亿3902万8000元，其中公开部分3078亿777万4000元。以下仅就施政重点以预算配置概况摘报如后。二、107年度施政重点：一、提升国防自主能量，针对国防科技发展，以武器获得方式，以基建国造为指标，请过次验。五、务实实战以教育训练，国军持续加强部队训练，以强化官兵体能战绩及战术专精等要领，采实战化测考模式，凭借训练成效以执行战备能力。另外扩展出席军官来源，以大学校院合作办理大学储备军官团选训，并于营区持续办理学位在职专班及证照在职专班，提升国军整体人力素质。编列训练综合作业等预算82亿7998万6000元。六、精进后勤资源能量，致力三军后勤能量整合及资讯系统精进，扩大国军修复资源能量，同时因应既有武器装备陆续接受即新式武器装备相继成军，通盘检讨现役老旧装备汰除，完善新兴兵力整体后勤规划。另持续执行基层部队战斗装具筹补，编列军事单位装备零部件购置及保修等预算650亿8207万6000元。七、落实官兵照顾与权益维护，为优化官兵服役环境，积极推动国军老旧营舍及职务宿舍整建，并持续筹建尖端医疗设备，提供官兵优质医疗照顾服务。另灌输守法观念，落实权益保障，切使官兵安心服役。编列设施维护与管理等预算122亿6586万2000元。八、传承廉洁精锋以巩固精神战力，国军持恒落实精神教育，应用多元文宣管道推展全民国防，借策办精神节系列及营区开放等活动，强化军民交流，请过次验。同时借由加强领导统一，深化法纪观念，推动性别平权，提升连人风气及畅通申诉管道，严肃部队纪律，编列政战综合作业等预算10亿5560万6000元。三、预算编列概况：一、税入预算编列25亿6231万2000元，较106年度法定预算减少13亿1997万8000元，主要是以前年度经过案结案数降低，致外汇退汇余款减少。二、税出预算按计划内容及性质区分公开及保密两部分，现请就公开预算说明如后。一、军事投资编列718亿4107万6000元，规划重点如后：国内产制编列399亿5622万7000元，持续计划执行新式高级教训机等120案，计345亿7858万7000元。新增计划规划筹获国军多功能雷观机等34案，计53亿7764万元。对外采购编列226亿3983万2000元，持续计划执行 I2 性能提升及 I3 采购等10案，计223亿8369万4000元。新增计划经过长城潜射重型翼德等2案，请过次验，计2亿5613万8000元。土地活化
编列92亿4,501万7千元，办理高雄市光中营区等土地价款拨充营改基金，释出土地活化应用。二、人员维持，编列1,539亿5,171万2千元，主要编列在营现职人员薪饷等法定给予。三、作业维持，编列810亿9,391万4千元，规划重点如后：后勤补给，办理各项主要武器系统装备及弹药零部件保修，并配合募兵制改善官兵生活设施等所需，计655亿5,001万3千元。通信资讯，办理通信及各项资讯系统维护等所需，计22亿4,231万7千元。教育训练，办理各项战演性任务等所需，计71亿5,925万9千元。环境保护等，计61亿4,232万5千元。四、其他，编列9亿2,107万2千元，主要为编列国军军事勤务致人民伤亡损害补偿金3,000万元，及代编国安局预算8亿9,107万2千元，请过次阅。四、结议，行政院稽核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可负担财力，并结合国防部兵力整建提成等综合因素，配付国防预算3,278亿3,902万8千元。本部将推动各项国防准备与建军规划工作，并致力完备募兵制度，优化人力素质，提升军人形象，照顾官兵福利，强化自电作战，落实国防自主等作为。恳请各位先进指教，并会议支持，必力国防施政顺利推展。报告完毕，恭请指导。机密要报吗？好，那我们先清场。报告机密预算。等一下。好，接下来请罗志政委员发言。我们还没处理啊。没有，我们先询答哈，先询答，哎。我们就按照程序来，请罗志政委员。那个，谢主席，可不可以请部长？请部长。罗委员早安，部长早。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那个青福和猎雷舰案的发展，因为你们下个年度还是有编那个猎雷舰的预算。是的。好，所以我想说这个到底这笔预算要怎么处理的问题哈。是。先谈一下，我们已经没收它第三期款的第一次的那个所谓履约保证嘛，对不对？是是。那很快的到六号，就是后天，又要再一次没收它的17亿。是。OK， 最快如果最快的话，什么时候可以解约？启动解约程序了，什么最快？跟委员报告，我们有给他10天的补证期，就是在12月8号。但是这个中间时间没有到，我们还必须要步步为营，因为这个关键时间啊，我们每一次或每一天，我们只要一有异常的状况出来，我们会立刻请律师团帮我们来做一些研究。所以如果在12号，这是10号，十号以前，说10号最后过了之后，他没有再提供履约保证，这个还款保证。12月8号，他第一笔钱没有补进来的话，就我们在12月9号的凌晨，我们就会启动
我们解约的程序。这个法律上都已经确认过了，合约上面是。那如果他要跟你告呢？这个他一定会跟我们做诉讼，所以这就是我跟委员讲的，在这个前面的过程里面啊，我们必须要特别的谨慎。好，可是问题出现了，我们之前在提到所谓未来的替代方案的时候，提到他厂营造啦、重新招标啊等等，在他跟我们告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会不会被卡住？如果说这个合约解除掉了以后，这个案子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解除掉，经过法院的确认，这个是确定解除的啊？还是说你主单方解除了，然后亲夫跟你再告了？这在诉讼过程当中，这些案子还在不在？就是怎么他厂续建啦、重新招标，可不可以这么做？律师团问过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有跟律师团研究过，他说这个我们跟亲夫公司解除合约了以后，那我们重新依照我们的需求，依照我们的任务需要，我们再重新建案，只要我们完成评估，经过大院的同意，我们是可以提建案的。换句话说，如果他要告我们，那是另外一条。是是。但是我们同时开辟一个新的一个东西。是。那他厂续建呢？他厂续建就没有这个东西啦。他厂续建如果也是一样，按照我们新提的一些，那我问个问题好了，那个数字许可是由庆富跟Intermarine 跟诺马签的，没错吧？是。不是国防部哦，是诺马跟他们签的嘛？是。那如果要他厂续建的话，他厂可以取得或可以取代亲父来拿这个所谓输入许可吗？他要重新申请。重新申请嘛。跟委员报告这个问题啊，我们在10月27号的时候，我们有正式问过诺马跟 Intermarine， 然后他说如果我们跟亲父找别家厂商，对，找了别家，他要这个就撤销跟失效，必须。所以没有所谓直接。沿用，没有，所以要重新谈判，对不对？是是，所以他厂续建这就有很大的困难了，是，没错吧？是。那重新招标的话，我们问过诺马，如果我们有别的厂商得标，他那个所谓输入许可还在不在？也这个条件跟我刚刚跟委员报告的是一样，他还是要重新申请。换句话说，一切重新归零。是是。那跟重新建有什么差别？需求不一样。需求。重新招标是我按照原先的需求，我赶快招标。那重新建案是我必须要重新再来评估现在的局势、作战环境的改变、我的任务，还有世界先进水雷的科技发展。那我再问一下好了哈，是用商这个用直接用军购的可能性在不在？不在商购了，用军购的可能性在不在？这个建案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其实这个双轨是最好的了。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以我们的经验，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不要走军售，走商售，输出许可比较容易获得，是吗？你康平一不是都已经两艘了吗？就第一阶段的，不是就是两艘就是卖给我们了吗？对，那个是当初的剩余物资，我们先买两艘。对，那可是现在如果说用军售或军购的方式，不是更快吗？你觉得输出许可会比较慢是吧？鲍委员不是这样讲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军购回来的东西跟我们国防自主研发应该是要双轨同时来走，这样子对我们国内产能的培养是比较有帮助，而且扶植上面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好，那我是问一个最具体的问题，明年度的35亿所谓列的建预算怎么办？这是第四期款嘛？你们编的是什么？第几款？这个第四期的下水款。那接下来呢？这个我们部内啊，部长跟我们有指导研究过，这个款呢、按照法规。我们除了必要的诉讼费用跟我们假设解约了，我们除了必要的诉讼费用，还有我们的一些作用计服的费用要留下来之外，其他的我们就不赔了嘛？这要全部缴回国库，不是缴回国库，我们还在审啊。对对，就不编了，不编了，就不编了，所以我就要砍掉了。不，鲍委员不是，我说应该讲有条件的冻结。比如说你要冻结35亿，你必须要留2000万给我。我当然了，我知道了，但是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砍呢？显然下个年度能够执行的机会不大啦。那个不能砍。鲍委员，我是主义局局长哈。那针对这一部分呢，就是刚刚海军有提到，如果将来假设他这个案子，好，假设他有要走解约重构或是重新招标，那我们当然就希望说。大院的委员啊，委员会的委员能够同意海军把这个案子，哦，让他留冻，最多就是冻结，让预算能留下来。那这样可以作为他后续解约重构的一个款言。那万一如果说没有案子的话，
假设要重新建案的话，那就预算的角度来看，这个预算要留下来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既然没有案子，对啊，在审的时候呢，可能面临的就是可能预算就会被删减。那至于这一部分呢、啊，我们部里面还在研究看，这就是我讲的啊。如果这个案子你们下个礼拜或这礼拜就把它解约了，那怎么还编这个东西？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啊。我再问问题，万一庆富也不管我们了啦，就是明年某个阶段就下水了。拿来要求我们这个付款，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已经解约了，就没这种可能性。既然约我们已经主动把它解除了，事实上这个约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不管他下不下水，跟我们无关了啦，已经跟我们无关了，跟我们无关了吧？那如果他要走诉讼程序，我们就诉讼程序了。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媒体在问庆富的老板说，如果明年初下水，可能性高不高？其实跟我们无关了啦，无关。对不对？下水他的事情，如果已经解约，好。另外跟预算有关，是我们自己立委觉得很困扰或觉得很沮丧的。就我砍你陆军的预算，砍了一塌糊涂，然后而且是很认真的审，就拿海军去挪他，啊等等的，这个所谓的移用、留用、挪用的问题，那个有没有主机处的人员在现场？有没有？今天没有吗？主机总处的，主机总处的，我问一下。你们先回去。是，谢部长。那个郑焕仲专委嘛，哈，是，我问一下，国防部这样所谓移用、留用，到底有没有符合主计相关的法规？报告委员哈，那个有关那个移用的话，就是说应该算是云资啦，因为它是编在同一个，又多个名词了，云资。那至于留用的话，因为它的因为预算编列的形态哦，它是没有到留用这个阶段，啊，挪用的话是没有这种所谓挪用这种。那移用是什么东西？哦，移用的话，就它编在同一个计划里面。好，那什么叫计划？重点来了，它明明编，比方说它是空军什么 F-16 什么这个计划，然后我砍了它的计划，然后呢，后来发现这个钱不够，它要挪海军的某某某个计划，这个叫移用还是挪用？哦，这种就叫我们讲的是云资。云资，对。那因为就是说，因为他们那这样可合理吗？你所谓计划项目是预算科目的计划项目，还是他讲的说明栏里面那个计划项目？就是按预算的，我们这样预算来看，所以我们砍的时候，他怎么挪都怎么移都，我们都管不了了。哦，因为就是说我们在预算编的时候，如果说他编在同一个工作计划或是业务计划向下，那我们所谓的留用是说不同用途别才有留用。那他因为他是属于军头的建案，所以他是同一个性质的用途别。所以只要军头的项目，他怎么移或者云资，我们都管不了。那个就是说，如果他是编同样的工作计划、业务计划就是可以一样，我就来碰一下军头嘛。可是他如果是不同的工作计划的话，或业务计划的话，就不能这样做。那问题是我们在审的时候，那审不认真干嘛？哦，报委，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国防部的预算编列的形态啦。他应该把这形态合理吗？他明明编这个叫 F-16 预算，是这个叫这个猎雷舰预算什么一大堆，就挪来挪去，挪来挪去。然后我明明砍的是猎雷舰，说不能动了，他不管你，又海军、空军拿过来挪，这样合理吗？报委，因为是在1996年的时候，大院哦，那个有决议说，国防部的预算的话，就是编一个单位预算。那所以说，它变成陆海空的所谓的军头，全部在同一个那个单位预算里面，所以它就没有所谓的那个留用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在那个项目里面，它要怎么所谓的云资，我们都管不了。就是贵院今年的10月就有决议，通过一个决议嘛。对对对，就是未来他们如果有这种性质的。就要跟那个贵委员会来。那以后我们不审那个具体项目了，什么陆军 F 多少空军团，我们一次整个军头一次砍几亿，这样比较合理啊。因为他们怎么运，我们都管不了啊，是不是？这个我可能要看委员这边的审议方式。OK， 如果我们审议要求以后这种云资都必须经过同意才得云资的话，那才合理啊。否则我们认真的每个项目这样审，然后砍掉了，结果你还是把别的这个军种的预算去挪或移。这个就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否则国会的监督是完全不存在的，好吧？好 ，OK， 好，我再问一下那个国防部，那个闲置营区的活化哈，那个哪个单位负责？军备局。军备局，局长，梅局长，我们这个闲置营区其实啊，国防部是算是台湾很大户的土地的大户了。是的。
那闲置营区最大的可惜的空间就是说，它有了空间，可是没有充分的运用，倒不完全是收入税入有没有增加的问题，而且闲置的空间能不能让，不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甚至一般民众有更多使用的可能性。是，下年度我们到底对闲置营区有没有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所谓的释出的计划？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经过长时间的对闲置的这些空置营区的释出啊，其实我们现阶段大概都卡在几个因素。第一个，我们配合地方政府的活化；然后第二个，可能有部分的有民众的占用；然后第三个，因为还有部分的离岛建设条例，我们必须要去平和的处理；然后第四个，其实我们还有那个所谓的活化的期程冗长，还要配合地方政府。事实上，现阶段我们的处理是缓慢的，跟委员讲实话，但是是的确缓慢了。这四个因素也造成，因为前面能够处理的我们都处理了，现阶段大概这四个因素是我们最主要的因素。有没有一个专案小组或一群专门的研究的人去了解或协助来处理这一块？跟委员报告，其实这里面除了跟地方政府的活化要配合地方政府，其他的还牵扯到的就是，其实都是我们军备局我们有相关的土地释出的专案小组，有副部长或常次都会定期的召开会议，每一笔土地我们都要去检讨，因为我们还有国产法的相关的限制，还有那个离岛条例的这两个部分哦，要处理的比较和缓。我举例子就好了啦。是。我们板桥荣民之家对面有个以前你们收支组的一个土地，是，然后我们房子已经荒废已经七八年了，都没有在用，而且是个还不错的地方，结果我们马上找一些里长啦、地方政府说希望能够让它活化，变成社区包括消防队的使用等等，结果不到一会看，马上你们军医局就说他们要用，荒废了七八年都没用，然后一提到我们要用，马上说我们要用，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块土地已经继续又荒废一年了，是，我会要求尽量让它活化一下，好吧？是，谢委员知道。谢谢，接下来请王定宇委员发言。好，谢赵委，麻烦部长。请部长。委员早安。部长，我先问一个最新的事情，现在外界在质疑我们中科院董事长也是你，我们中科院呢投资大概占了40%的股份，跟民间业者成立了一个公司，那希望把我们的一些好的武器可以拓展海外的市场。那有人质疑这个是达政案，那差别在哪里？我们可以简单说明。那另外，因为我们投入的资本大概是3000多万元，本席真正的担心是我们控股没有过半，技术是我们的，是中科院的。民间控股过半，外流的可能性，机敏资料的部分，还有这个公司，因为军火生意不是一般生意，它的获利将来会不会脱离你的控制？因为你做董事长决定投资，我们又没有过半，民间占了60%的股份，我们3000万占了40%不到的股份，所以就这几点事宜跟达政案的差别，会不会失控？还有他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再简要一分钟说明一下？是，报告委员，我想那请马副讲也可以，让马副来给你做报告。委员早，我跟您报告啊，这个跟达政那个达政我不是非常的清楚啊，但是至少跟那个您刚刚讲的销售武器那个是事实上是非常大的差别啊。成立一个新的公司其实是所谓的技术上的合作，我中科院研发出来的一个关键技术的产品。所以我抢你的话，嗯。他们讲说这个像达政案，这是外卖军火，其实是不对的。没这回事。这个比较像什么呢？我们去陆客基地旁边看的那个公司，对，比较像那一个。对，事实上我们国家困难嘛，有人打压嘛，所以我们在技术合作的时候，必须透过股份跟国外来做合作，双方背后其实还是要政府跟政府之间的核准。这其实中间没有国外，很单纯。我中科院做了一个很关键的产品，这个产品譬如说我要用很多，我的飞弹上或者什么地方我要用很多，那我中科院自己生产吗？我没那个能量，所以我从前是外包给人家来做，那我没办法控制那个品质。我今天成立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来生产，第一个好处，我中科院可以获得低价的品质好的产品。那因为时间关系，是会不会规避掉国会的监督？绝对不会，这个东西完全严严谨谨的，是是是，不会，绝对不会。所以整个武器的、
投入产制或者技术的研发，根源还是要在这边国防委员会来。当然，当然。好，这个细项我在讨论预算的时候再跟你就教于你哈。是，来请回座。那部长，我现在要先跟你提一个事情哈。我们认识到现在，我们彼此应该了解，错的事情我们都嫉恶如仇，对国家有伤害，我们都希望重重的处罚。是的，军令如山，军纪似铁。它要建立在什么？不管以前看商鞅变法，或者看我们现在的军史，一个纪律严明的部队才能士气高昂。纪律严明的士气高昂要建立在一件事情上面，要建立在真实的事情。不对，我处罚你，有根据。那其他没做错事的人，他心服口服，他会认真去做。你没有犯错的，我保护你，我不会让你遭受莫名的冤枉。是的。所以我看了你们有关庆富猎雷舰的惩处案，轻重我先不讲，我先讲那个范围哈，几乎所有盖章的人都被提报处分，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谢谢委员的关切。我讲这不对，我们是站在国家利益跟国军的士气，还有我们将来还有很多军头案。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缺失在哪里，错的我觉得处分哈，尤其官阶越高的背起来。什么叫错？比方我做的决策导致国家增加了风险，或者我做了一个决定导致我管理上的控制力下降，而事后这个事情真的产生问题了，不见得是你故意的错，故意的错就司法单位办了，可是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一个判断当下的思虑也不见得不周，可事后看起来这导致影响了，比方说我们把资本额下降，比方说我们把处分的部分调降到千分之零点零一，对，0.001，这些调整造成我单日罚金只剩下5822块，而事后碰到庆富这样的狐狸公司，它就产生了影响。所以做的决定跟受的处罚对起来，我采处有行为有结果有处分清清楚楚。可在那之外，所有在那边签合公文的，上面有盖章的，不管是最里面最基层的计划处的一个科长，如果全部这样子通通都要报处分的话，该重罚的没有重罚到，却全部都罚，这个不是一个满足大家好奇的刑场，这对士气是有影响的。所以本席在这边，比如说我们看，我如果对照银行那一边，你们。我前面那一章还写到，军方在这个合约上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我们常在讲错的，但对的事情我还是要讲。你们呢，虽然投入了将近70亿左右，是哦，将近70亿左右，但是我们的履约保证金压了90几亿，所以在12月8号，我会把90几亿没收进来。我们国家的损失，至少军方在财务上是没有损失的。我们造舰进度的延迟，那个要行政追究，但财务上你们保本保住了。而真正出的问题是银行的连带跟个别贷款，既没有我查了好久，既没有询问军方那个是不是契约上该付的对象，也没有根据他们银行自己的专业评估履约面、财务面不该借，报告说不该借，银行的董事长总座说要借，导致国家蒙受了数百亿的损失，那个错明显，处分他们都还没出来，要对起来。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猎雷舰车是一个让大家觉得厌恶跟痛恨的一个案子，要重重处罚，但在处罚上要建立在真实，不管是银行或军方。所以就现在提报这样整个名单，我真的对了一下，真的有盖章全部提报哈。部长，你不觉得这样子有问题吗？委员，谢谢你对这个事情的关切，也跟我站在同一个心理上来看这个事情。我曾经给这些受处分的每一位同仁讲，检调单位的报告出来，我会依据这个事实，像您委员所讲的真实性如何，我们来还他一个清白。部长，有时候检调办案子3年2年呢，都退伍了，怎么恢复啊？挂在那里，不要说升迁什么的，就是说我一直强调没有冤枉的，我们都希望重重的罚他。所以在行政决策上很明显，我做的这个决定后面有问题，我觉得被罚的人纵使未在上将、中将、少将背起来，决定不是错了，而是现在去检查过去确实出问题了。可有一些跟这些都无关的人哈，
会导致现在我们的武器国造，谁敢去拟那个文，谁敢去盖那个章？所以如果说等到减掉的部分，这是一个方法，我们也希望减掉速查速，赶快结案，该起诉的起诉。在那当下，我是鼓励军方没有这个文化，我真的鼓励中阶的、低阶的军官，觉得处分有冤枉的，你就提申诉，特别中低阶的军官。军方要鼓励他们，而不要打压这种事情。鲍委员，我也赞成。好，我支持他们。那我问一个题外话，我是觉得笑话了。这个最近我看民视做了民调，联合报也做了民调，你竟然是真民中的六倍，那胜不骄败不馁，你不要再大笑三声，这个事你也不要回应。我的意思就是，被询的官员跟国会议员在这边呛着比民调高，是不必要的啦，你们的工作不一样嘛，真的没有必要。你又不是要跳下去跟他选啊，他不分区的也不会选，就你民调赢他六倍，难道你们两个都要下去选台北市长？我在开玩笑嘛。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我还是回到真实。当人家问你说你当部长对当年那个评分表一千分怎么会这样分配，怎么这个十五分这么低的时候，我那时候听你小声的讲一句说，那个时候我不是部长。真正的事实是，问你的那个人那个时候是部长啊。问你的那个人当时的银行连带他是金管会主委啊，结果当时做的决定却在那边痛骂你说你做错了，态度不好，嬉皮笑脸。真正的真实的谬误在那里，那个要讲清楚。至于你民调比他高比他低，那个是笑话。不过我还让你高兴一下了，你84%，他14%了，他待会会来问你。但是我这边提醒你，深呼吸，不要再长笑三声，胜不骄败不馁，你们两个都没有参选，民调高知道就好了。是那我接下来问一个，这个我们的弟兄哈，全日宜公司的船好像已经 出港了。他出港了两天了，作业情况都很好。那现在就是因为东北季风又开始升起来，海象那个浪高又开始。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跟今天早上，我跟总长都在 JOCC 看的情况不如理想。那个浪哈，啊，现在 是的，那个讯号还在吗？我请这个。包委员，那个讯号在前面，就那个原地搜寻的时候，那个讯号不在，所以他们现在在扩大搜寻，讯号不见了。对 对，那是因为电源用完了。电源还没有用完，那为什么不见？它因为海上有海流，它会在做，所以那个讯号会被海流影响到。但是我们即便没有讯号，还是可以用你们对于把它搜救回来，不管是黑盒子、飞机的残骸等等。你们目前有没有信心？因为 我坦白讲，我跟部长我们都在空军服务，掉到海里面的找回来的比例其实是不高了。是，我们会尽全力来搜索。那目前根据现在这个全日宜公司回报的状况，你觉得至少找到黑盒子的机会大不大？因为他之前也有过经验，那也是在没有讯号的情况下有搜索过，应该是有机会。有机会是。你们大概多久可以做一个段落？我们这个发包是准备作业多久？你们是一个招标案嘛？那是一个招标啊，它分那个搜索定位跟打捞。那搜索定位是十个工作天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出港两天了嘛？哎，对对。所以理论上后续还要看那个在八个工作天，如果浪大回来就不算工作天。对对对对，十个工作天这个标案就结束了。不是，它后面有厂商可以再延长。那又要另外编一笔钱继续做吗？那个另外在谈，目前我们尽全力来把它做。我们尽快找回来，也把原因找出来。那现在原因不明的状况下，我们的幻象有没有 grounded？ 有没有不动？没有，他已经完成了特检任务，在基地开放之前，我们就已经全部。因为那天基地开放，我是看有超演嘛，对对对，并没有停飞嘛，都有复飞了。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哦，我们现在黑盒子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让这样的让幻象两千是很重要的飞机，让它飞到天上去不会有风险。我们还有技术代表来给我们做一个建议。另外，我们针对常犯的一些过去的一些记录来做特别的检查。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在人员的训练，针对这种在恶劣天气或是在人员，我相信人员训练是要持续在做。没问题，我现在担心飞机的问题，因为。状况还不是很明朗，因为飞机现在都是电脑化，所以它在起飞之前所有的如果有故障都可以侦测的出来。OK，好，我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的空营区，我在这个位置上那个空军请回哈，我在这个位置上问过很多次，比方说像在我们的知母驿哈，新化那个营区以前是两个师部，现在只剩下
我看一个营要雇两个师部，不要说站门口了，光扫落叶哈，我看就做不完了。所以我一直提醒说，在营区的管理上，我赞成增加资源的投入，可是这个预算我有点看不懂。我们现有的这个军备局的空置的营地哈，你们有减少了，你们少了大概20000多平方米，好，少了20000多平方米，可是预算却增加了将近4000万，增加4000万。简单的回答我一下，原因是什么？委员报告，我们第一个增加频次，我们针对特定的营区，在今年的时候有被地方有提出来，我们没有次数增加，我们频次增加，我们希望把这个的那个区域能够管理的更好。因为我们确实在今年还有一些缺点，所以增加的4000万的部分是因为频率的问题。我们只有增加300万的，再加上一些人事成本的这个需要，厂商也提我们反映。我们预算审查之后，我们再仔细来看。是好，谢谢部长，谢谢。接下来请蔡诗印委员发言。感谢主席，能不能先请我们海军，还有我们的主计长，还有部长，请海军参谋长、主计长、部长。好，这个我首先还是要就刚才罗委员之后询教的略见解的问题再确认一下，我问一下海军跟部长说，确认他的12月8号之前是他们对于这个第一期还款保证金的一个申诉的期间嘛？是不是？是12月8号。那我想问一下哦，按照你们目前检视你们的合约，如果他在12月8号，他的这个没办法，就他的保证金把他领回，就是他回存补足的话，那你们会怎么做？他是不是就列为重大违约事项了？对，我们律师团给我们的建议啊，他们这个礼拜还会再做一次确认。是啊，这个没有到建议，我们会启动。我想确认一个问题，就是说，就这件事情来讲，已经构不构成合约的重大违约事项？算。是，那重大违约事项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启动解约程序。那我启动解约程序要几个工作天呢、啊？因为这个东西跟委员报告，走文很快，我报文上去给国防部，国防部经过评估。为什么这样讲哈？但是我们同样一个类似的事情哈，我们有海巡署也发生过。我想在上个礼拜，上礼拜也是马昭伟在主持的时候，那个海巡署在那边的时候，他当时是讲。11月27日，他是说中午12点以前他没有完成的话，他当天就已经立刻公告解约。那我只用这个事情，他也是有个解约程序啊。是，他也说他有一个解约程序，可是他可以马上就可以完成他的行政的程序。所以我要再问一下，是我们的海军或者部长，他12月8号如果照海军的说法，他是个重大违约的话，那你什么时候要公告出来？12月9号，我们如果他12月8号没有把钱补进来，我们12月9号会正式通知。通知什么？是正式公告违约，还是就是解约了嗎？公告违约是，就是公告违约就是一并解约嘛？部长是不是这样子？是的。就所以行政程序就是12月8号就是一天就对了。他是12月8号12点以前，十二月八号的24栋栋，所以吧，所以两四栋等于是12月9号的清晨一样嘛，对不对？11月28号到十，就是12月8号的2-4栋，就是12月9号的凌晨嘛，对不对？所以你的所以你就是在12月9号你就会公告，而不是只是在做行政作业。你的意思是这样就对了，比照海巡署的做法是。好，那我想问一下，那你那样现在内部应该是要开会讨论的一件事，但是如果在这段期间之内。庆富公司有把这个款项回补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违约？是，我们就要依约，就是继续走流程下去。也就是说，12月8号之前，你现在先没收它的金额是这个第一期是多少钱？我们6.9亿，六亿九。如果他把6.9亿已经补齐进去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是，对。那但是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个在12月6号还有一个16.9亿的，16.9亿。对，如果银行一样是公告他违约的话。就是那当然就是继续再做下去了吧。如果银行说他这笔没有违约，但是第一期款他在12月8号把补齐的话，那这样就是没有违约嘛？是，没错吧？是不是？是，但是他如果在12月6号的16.9亿第二期款，银行仍然宣布他违约，你们一样去把钱领回来，没收，是没收嘛？
但是在12月8号的时候，12月8号2400之前，如果他没有将这一笔的预约保证款补回来的话，是，那他就是构成重大违约事项。是，贵公，我们的海国防部在12月9号就会正式的公告解约。是，部长这样讲对了哈，对了，没错哈，所以不会说你们说还要再开会干嘛的，没有这个问题了。之前我们都开过会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我想这个要确认一下你们的流程，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哈。那完了之后的下一个事情，什么时候会确认？我刚才就讲过了嘛，你是要重新招标、重新评估等等等等很多的方案嘛？你什么时候会确认这件事情？报员，这需要一点时间。你自己有没有认为要多久的时间啊？国防安全不能等啊，是没有错。但是之前的需求是15年以前提出来的，那现在我们必须要在每一个那我想问一下好了，我部长在吧？部长，你认为以这个案子来看呢、啊，重新评估要多久的时间评估啊？我想至少要有半年的时间，要半年的时间评估、对，因为我们要把现况了解，而且要去访厂。好，那所以也就是说，那部长就在明年度的预算里面、至少要确认这个案子的未来是怎么样嘛，对不对？明年的时候我们有编列35亿，对，没有，不是，我是说今年审明年的预算，但是35亿，这个到时候刚刚有讲有冻结的问题嘛，我就说等到明年编后年预算的时候，新的案子就要放在里面，不论最后是直接升级或者新案，或者原来的方式招标，是不是都要放在这里面？这个我们还要建案，建案的时候时间当然了、啊，部长不讲半年的时间，可能这个办公室评估，评估就要半年，选取啊，建案又要拖很久，不是拖，我们是要做最好的选择。好，那你这样讲，我就去请教你后续的问题，潜舰的问题、哦、我想请教一下，潜舰也是海军嘛，哈，对不对？第一期是不是已经招标出去了？就所谓的初步设计。我们在设计阶段已经标出去了，标了多少钱？有总共是29亿分4年，对，就是30亿左右4年嘛。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在这个猎雷舰案，我们看到它的缺失大概有几个部分呢？哈，当然就是财务管理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之前财务管理，那另外就是一个工程的监造的部分。那事实上，它的因为我们的工程监造这个有做，所以它在意大利的本身这个造船，目前船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嘛，对不对？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猎雷舰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几个问题哈。预算是不是大概4000亿左右？我看大概网络上很多人。报委员，您是说潜舰吗？还是整个八艘的潜舰？我现在问的是潜舰，八艘的潜舰加起来大概4000亿，可能甚至更高吧。跟委员报告，它跟水面舰的估价是不一样的。我了解，它必须要等到我的合约设计。没关系，之前你们跟美国买的时候是要估多少钱？很久以前要跟美国买的时候，美国那时候卖多少钱？那个时候也没有估价钱了，那个只是说我们要买多少需求提出来。那我想问一下啦，好了，这个是大家网络上讲的，然后很多新闻都有写到这个金额。我想问一下哈，按照你们现在有的公共工程招标来看呢，假设它预算4000亿的话，那公共工程招标公司资本要多少钱以上才符合？1/10，400亿嘛。那台湾哪一家公司有符合400亿的条件呢、啊？目前没有。那所以。假设台船把它设计完之后，告诉我们的规模要3000-4000亿以上，也没有人符合招标咯。是参谋长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没错吧？报员，经常我们除非又要通一个新的办法降低公司资本额的限制，没错吧？对，报员，我们做案子啊，不会说像这样子来做案子，大概我们都会一艘一艘的来做。所以你会一艘一艘标？对，所以第一艘可能是 A 公司标到，第二艘 B 公司标到，第三艘你会决定这样做就对了。我们原型舰啊，一定是一条。对嘛？你后面的七艘军舰，你会分成7个标，还是一个标一个标，还是一起标？你一定一起标的吧？报员，刚开始第一艘一定是最贵。而且最久，好，所以你后面会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我当然知道，但是你后面不能价钱上面啊，所以你的意思你会把它切开来标就对了。为什么要这样问的原因就是说，好，再来，你编了29亿的初步设计嘛，对不对？你如何来确认你的初步设计图没有问题？这个当然是有我们有专家，你们的专家在哪里啊？包圆，这个你们的专家不就是海军中心嘛，海发中心嘛？我们除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案子啊。你们的专家就台船把你们标下去啦、啊，台船是我们组合约商，对嘛？啊，所以我问你嘛，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有另外的专家来审视这个和做出来的设计到底可不可行？报员绝对有，有没有这样的团队？绝对有。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团队在哪里？报员这里不方便讲。好，那我想问一下，一这个团队你们有没有一个委案的办理？
否则这团队是无几职还是有几职的？应该是他都是有薪水的，对吧？所以你们有个委托案嘛？是是啊，我怎么没看到你们委托案招标了？不是，这个是含在整个合约设计里面啊。所以你是标给台专，台专在找人自己来，是那这样合理吗？我一手拿你的设计案，另外一手来自己来监督，说我的图画的好不好？你应该是第三方的单位在做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监视标，来看他画的图行不行才对啊，应该是这样才对啊。我问一下部长，部长来，等一下部长在旁边。部长，我想请教你啊，你认为啊，你发了一个设计的案子给 A 公司，然后你告诉 A 公司说，你再找一个人来帮你来监看一下 A 公司画的图好不好？还是你认为说，发包给 A 公司之后，我另外发一个包来监视看一下 A 公司的合约画的好不好？不是，应该是第二种状况才对吧？报委员是吗？太。还是这个又不能讲了，不是，鲍委员，我跟委员简单的讲一下好了。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是我的意思就要说，如果说你是告诉我说，在台船的组合约里面，然后里面来审图的话，我认为是有问题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案子，我强烈的要求我们的国防部在这个案子里面应该要委托专业的第三方，而这个第三方不是台船的合约的案子里面，是你另外一个委托案，委托一个第三方的公证方来做一个审视，他整个初步审，我是为你们好啊。是，否则到时候我发现你做出来之后做不出来，做不下去，下一个阶段呐、啊。是，再来我跟他讲最后一个问题哈，你们的大专预官，我想问一下，明年还有没有大专预官？这是人事室管的嘛，对不对？明年还有没有大专预官？有没有？报员，那个上个月哈。在这个地方，那个罗志镇委员有建议我们明年、哦、可以考虑继续大专考险预官继续招。那我们目前呢，预官所以是 EUE 的预官，对，是是是。明年还有大专预官，罗志镇委员请我们，明年不是全募兵制了，你哪里仔细考虑继续来招？我说你的你要啊服役期多久啊？也是一年，但我们还在问卷，不是甚至还没有决定。你现在明年度就义务就全部改成军事教育军事役了啊？是是是。你的军事役里面哪来的预官啊？是是，我们还是可以还是什么？鲍文，您讲的议题哈，我们在九月份大专考险义务预官，你这样讲逻辑很怪哦。我再确认你一下，明年上路之后是不是全募兵制？是。所有的役男，所有的役男，他是不是就是服四个月的军事的训练役？是的，委员。没错吧？没错。那有一些人是服替代役嘛？是。替代役是六个月嘛？八十二年次以前，就是八十二年次以前的征集的服替代役。替代役嘛？是。那哪来的预官呢、啊？不，我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上次罗委员提这样一个建议，那事实上我们把这个义务役预官的这个招选计划，我们把它保留，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现在正在研议，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在位级军官、基层军官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动用各种可用的手段。依法的手段，他服一年他就服募兵制就好了、啊，你这逻辑不是很不通吗？是我觉得您的想法就是，我想问一下哦，还是你们有受到这个国安会找你们大家去讨论对于这个募兵制，他们觉得很担心，所以问了你们高阶军官，没有这个事，你们高阶军官就认为说，也许在这个方向，我还是要保留我们的义务役的。没有吗？不然怎么会找鲍委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兵役制度，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哦？你们的从头到尾的规划里面没有讲到这件事情啊？义务役预官，当然你们之前提的一些相关的兵役的改里面，我在院会有问过部长啊，部长当天也没告诉我说我们会留一个义务役军官，有吗？部长，我很牛，我蒙你啊！你这个是委员的一个建议，我们说我们回去可以考虑，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想问你啊，你们编预算是建议还是你们决策才要编这个预算？那当然是决策才要啊，对啊，所以我想问一下部长。明年保留志愿预官是决策还是还在思考而已？我跟委员报告，您所说的明年的11592元这个义务役的员额，从二兵一兵少尉下士，总共11592元，这个是在今年年底入伍以后，他依他法定役期到明年十月底以前。我现在讲的是义务役预官的招募，你明年就还要招募义务役官有吗？没有，但是今年我们招的，所以明年没有嘛？所以你讲了老半天，我讲 A， 你给我讲 B。为什么要这样讲？但是今年你明年度的预算还编这个啊？他还在服役。你是编明年度的考选呢、欸？这是你们编的预算呢、欸？总共编的全部加起来合计预算是1.6亿元呢、欸。这个没有，那个不是。那你就告诉我说你的预算书写错好了。110万，我们转用到相关的，暂时转用到相关的班队去做。所以这个没有这个事情嘛，对不对？110万。所以我问你，你明年度还有没有办理义务预官的考选？有没有？明年没有，计划书里面现在没有。
没有啊，就你在预算书里面写。计划书里面现在没有啊。我问你啊，我是审你的预算，是审你的计划书？预算里面现在没有，是预算书里面。我说这是预算书里面写的。预算书现在没有。我们转到你在你的预算书646页到649页里面写了说你要做这件事情。把我们110万9月份的停上。那你的预算书里面写了15是写是写假的，有这一笔，但是现在已经改到其他的相关。那我想问一下部长，来问一下部长，预算书里面写有要执行这个案子，是不是代表你的预算里面要执行这个案子？在预算法里面来讲，是不是如此？按照规定讲是的。对啊，所以你就直接说你写错了就好了嘛。好，不好意思，对报委九月份决定的时候，我们内部已经调整了啊，所以送预算书来不及改就对了。好，时间到了哈，跟委员报告清楚好。接下来请江启程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麻烦主席先邀请部长啊，请部长。委员早安啊，部长好。我想今天大家都有在关心说中科院投资民间公司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是你们内部开会做的决策嘛？对不对？是我们董事会里面做的决策，而且已经做了投资，对不对？我们计划中，是已经投资还是计划中？这不是11月底就跟民间公司合资了吗？对，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到底是投资了没？我们是要投资了，投资了嘛？是投资哪一家？这边不好意思，我又不能讲。对，因为为什么不能讲？因为这是个商业，那这个就是黑箱嘛。部长，你们要小心哎。你中科院是一个行政法人、财团法人，然后你们接受国会的监督，对不对？然后你又这个钱拿来投资东、投资西，我请问一下，你又说不能讲，那到时候亏损了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你不能讲，你什么都不能讲，那你爱投资多少你就投资多少，他投资有没有赚钱我们也不能知道。那投资亏了钱谁负责？我先请教，如果亏钱谁负责？亏钱当然是我们投资下去。不，我们现在是你们吃下去，我们是技术作价，你们技术作价，我们是技术作价。你投资的这家公司，它的技术转移是无偿的吗？没有，就是我们出技术，他们出资金，然后他们帮我们制造。你们出技术，他们出资金。那请问这个技术，你的计价怎么计价？有一个经过会计师，一个公证的一个。那如果是因为其实中科院本来现在就有计转机制嘛？是。为什么不用计转机制？为什么要去投资呢？委员问的非常好，我现在计转或者是外包去获得我要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对于品质远远不如说我们自己成立公司，我自己下去一起跟他来制造。那你干脆自己成立一家国营公司就好了。哦，没有，我现在是要借用民间的投入国防产业。如果今天民间他有能力投入国防产业，是他会差你那个3000万吗？哦，不是，他差我的技术啊。对，那你的技术是他可以用买的吗？哦，不然你计转干嘛？我请问你计转干嘛？如果你全部要用投资的，你何必设立一个计转机制呢？没有必要嘛。对，那你就两套标准了。你喜欢的公司，你就用投资的；你觉得不喜欢的，你用计转的。这两个标准，第一个两个标准，第二个你市场上如何选材，哪一家公司能够合于你的标准，让你来投资？再过来投资亏损了之后，如何认列？你说你是技术投资，那更难认列了，更难认列。万一他投资亏损了，这家公司拍拍屁股走了，技术他也拿到了，对不对？我拜托你们做事情啊，你不要又挖一个坑来自己跳了啦。是，你们的招标已经这个乌烟瘴气了，你现在要去搞一个这个来投资，你认为你有办法控制得很好吗？
我里面占了相当的席位的董事，再加上现在贵院也通过了一个这个国防产业振兴条例，里面有相关的保密的控制，然后我有董事的席次在里面，我们自己的感觉了，其实我们是按照我们，所以你刚刚已经讲什么都不能讲的，不是，我只是在这个场合不能讲，你就变成说这个投资其实某种程度上又变成是一个秘密产业啊，你投资多少你也不能讲，哪一家公司你也不能讲，我可以讲，但是问题是说受到我受到你可以讲，那你讲哪一家公司？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被限制到的不是说什么机密国防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商业行为，我对跟对方签约合作，然后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场合去讲。你是一个、你是一个政府投资的财团法人，我是行政法人，你具有你行政法人，你其实你具有半官方的身份，是是是，对不对？是，然后你要照民间市场的规定来走，对，我不晓得你们到底要用哪一套标准，没有，这就是行政法人的特色，我可以去跟民间公司合作，站在最大对国防产业有利的立场，合作有好几种方式嘛，是民间公司，你们我刚刚讲，你们已经有计转机制了嘛，是，为什么不用计转？我们认为现在这一个比较新的模式，事实上世界各国采用行政法人，像日本、德国，这个管道已经走得非常通畅了，它最有利，我可以对我出去的技术或者是产品做最大程度的控制，我比单单纯纯我把技术转出去或者是把产品外包出去，我可以有更大程度的控制，我全程有董事的席位去监控它，然后让我的品质让我的售价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管制。你们如果这么厉害的话，如果这么厉害的话，我想不会一直出这些关于采购也好，关于这个招标也好的这些包了。是，从来没有出过。是，我不记得我们有出过什么包、我觉得这一部分，国防委员会有必要派一个专案来报告了。是，不然你乱投资，你都不能讲，你什么都用机密说不能讲，那个也不能讲。哎，这个有图利之嫌哦。真的有图利之嫌了、那些技术就算你说只是零组件、它都是技术，它都是可以用价格来购买的、然后你未来你到底要投资几家，到底哪些技术你要投资，哪些技术不投资，我觉得这个都很复杂，是，而且你到时候不只是我们会监督你的问题，民间厂商搞不好还会告你，是，因为跟他竞争的厂商要不要告你，你会有很多 trouble 了。您的顾虑很正确，我先提醒你了，再过来，你先回去啊，部长。另外又一个叠床架屋的事情又来了，财团法人国防安全研究院，这是什么单位？国防安全研究院，这到底是什么单位？又是一个叠床架屋的单位，部长，你知不知道你们要成立这个？知道，知道哈。那这个单位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你要去成立？报委员，我是整民司代理司长林超伦。目前呢、这个国防智库啊、在全世界有6148个智库，但是在台湾来讲，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防智库。所以本部要成立一个智库，就是要辅助这个政策的这个。你们国防相关的学术单位有多少？你要不要去评估，去重新整理一下，盘点一下，民间也好，官方也好，半官方也好。的国防相关智库有多少个？鲍委员，这个其实这个状况不大一样啊。我们很多这个学校的部分，他们主要是负责学术的部分，但是在那你们的就不学术，所有的智库都是介于学术跟政策。智库就是产官学嘛，对不对？至少是官跟学吧。那我不晓得你。过去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你成立这个制度，你们的成立目标是什么？你预算1亿2000万，未来要设立7个所跟组跟一个中心，每年出版一本国防安全情势评估报告、解放军年度报告、先进国防科技展望报告，另外编列900万的出国预算。部长，你成立这干嘛？这些报告如果说你认为没有成立的话写不出来，那你以前送来的这些报告都是在骗我们。鲍委员，我这边跟你对不对，你以前有没有写过国防安全情势报告？有没有？鲍委员，这个你们不止出了，你们还写的书嘞。鲍委员，解放军的年度报告市面上一堆，对不对？詹氏年鉴军事评估报告国际级的很多吧。鲍委员，跟您说明一下，基本上这个我们部内的这些政策报告、
跟刚您讲的这些国防大学也好，他们出的这些学术哦，中间是有一些区隔的。那您区隔到什么地步嘛？您本人做过很多智库的工作，所以您一定知道智库它真的是为一个政策的制定呢，提供最佳的政策建议。我跟你讲，我待过智库，我待的是民间智库，所以我知道政府的智库常常做不出东西出来，最后就是去委外委托。你们有多少委托计划给民间学者？一堆啦。为什么要委托民间学者？你做不来啦！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啊，搞到智库去以后，东西就写出来了，不可能。所以不要别床架屋做一些这些花钱的事情。事实上哈，还有一个我们国家的，这里面你编列的一些根本就是把本来想说编在其他地方编不了的预算，把它编到这里面去。出国的预算900万。将来董事长、副董事长跟董监事的位置要排谁？又有位置可以来排了，不是吗？包委员啊，我们这个出国的预算哦，因为过去几个月我们跟国防外交委员会，我亲自去拜会，亲自跟委员说明，也向您的主任报告，我们事实上这个钱我们已经把它降到400万以下。另外，我们的各种，但是出国预算、啊、是出国的预算，但是你成立的预算是1亿2千万没变吧？这个1亿2千万里面有5千万是创立的基金，那真正的7千多万的这个，其中有3千多万是人事费，成立这个基金未来就是合理化把钱丢在这里面了。我们现在政府就是很多的基金是在逃避政府的监督嘛，包委员逃避立法院的监督啦。委员，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所有的预算都要经过国会的监督，才有办法去把它做最大的效能的发挥。国会监督是你们拿来说嘴，但是实际上我们常常监督不到。刚刚随便一个中科院，你投资多少，我监督得到吗？委员，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啊，已经把我们整个国防院的详细的，包含出国所有的业务要做的报告，以及我们有一些要采购一些设施装备的钱，很细的，我们都已经交到各委员的这个办公室了。所以我就说，你如果说你成立这个研究院是要写这一些报告的话，那我真的还不晓得、欸，那过去你们写来交给我们的报告，或者给外界看的报告，到底是谁写的？包委员，当然是不止报告，因为您知道我们国家的处境，我们到各国去参加各种这个正式的场合，我们都没有办法。包括我们部里面所有的人要去参加所有的这些重要的会议，我的了解我们都没有办法。我的了解绝对不是没有办法。我们有多少白手套的外围的智库？啊，包委员，他们都不了解我们真正国防部的政策状况是怎么样。那你们其实常常是跟在他们的智库底下去进行很多交流啊，包括现在你国防部的军事交流对美都已经很高层了啊。我不相信技术官僚，我不相信写这个报告的人没办法去交流。包委员，我完全不相信。如果我们看一下所有的这个中共他们对岸做的这些事情啊，就可以知道我们做的事其实非常的少。中共对中共做的事情，不见得我们一定能做。或者一定必要做，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声音都是这是一个不同 size 的比较。是包委员，您说的对，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做，声音都会是中共他们那边的声音，而没有我们的声音，这个很重要。所以你们现在的，你们认为你们的声音不够的原因，是因为少了这个智库吗？还是因为你们没有能力发声？因为我们国家的处境不同，所以我们要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去做。部长。在我本席看来，这完全是叠床架屋的工作，因为有太多的国防智库存在于台湾，相关的智库一堆，相关的学者也很多，你们要不要跟他们交流？啊，你们要不要借重民间的专长？国防部要不要虚心的去真正的了解这些专业，而不是少了一个机构的问题？好，包委员，我们会因为这个智库是一个国家层级的国防智库，那过去因为都是依附在别人的身上，我们都讲没有办法，他们也讲不清楚我们的政策是什么。那现在有一个真正我们自己的智库，我们就能够好好把我们国防政策讲得很清楚。如果有这个智库，你们就可以什么都讲清楚的话，那也太好解决了。我觉得不是成立智库不成立智库的问题，你们现在里面就有相关的研究中心，不是没有？你们国防大学在干嘛的？那它不是国防部底下的吗？报告委员，学术单位哦，没有办法把政策。他又是学术单位，那你们到底要成立什么单位啊？如果这个不是将来这个智库完全跟学术无关的话，那他就不要叫研究院，他就不要叫研究院，不要再强词夺理。我真的觉得看不下去你们这样乱编经费，啊。好，谢谢。中科院
包括国防部，你们都要用这种智库用朝令法令的方式来规避监督的话，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是完全背离了我们原本支持国防预算的理由。我支持国防预算，我不是支持你黑箱作业，我也不支持这样叠床架屋的工作。好，谢谢。接下来，请林长佐委员发言。主席，我们请部长。请部长。站十几分钟，休息不到一分钟。委员早，部长你早。我想这个关于这个军人方面的这个年改哈，其实大家已经讨论一段时间。那过去其实也看到了几个礼拜前的这个草案。那有一个部分，我想还是要在这边确认一下，因为这中间有很多的这个争论跟讨论哈。是，请讲。然后看到有不一样的版本，就是领月退的高于最低保障金额的优存利息到底是通过以后隔年就取消，还是分十年调降？我来报告。委员好，我之前是司长。是。那我想，退伍军人，军人年，退伍制度改革这件事情啊，因为考虑到他的工作的特殊性，还有过去制度的一个更迭转换，所以他的改变应该是要一个温和渐进的方式来处理会比较好。所以就是说分十年调降嘛，就是这个目前的公布的方案是朝这个方向去。是，可是最一开始你们在公布这个年改十一月份的这个记者会，那个时候有公布一个退伍新制的 Q&A， 第十八个问题就是说，对取消优惠存款措施为何与公教人员不同？然后在答案里面是写说，支领月退俸者取消优惠存款措施没有两年的缓冲期，本金全数退还给个人。然后另外一份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份文件出来，是军人退伍新制草案，里面说明的时候也写到，就制年资可存18%优惠存款之额度，于改革后第一年即取消。所以就是说这个本金隔年就没有了嘛，怎么还会有十年这个十年怎么还会有利息？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他不是说拿18%的那个取消啊，来把它分十年调降，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比方说这个目前公布的这个版本哈，那基本上是比方说用参照美军的制度，用52.5%的方式去设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新就制或是旧制的这个领俸人员，他的所得高过52.5%的这一个设算，比方说他高出10,000块，那他就用这高出来钱用十年的方式来，所以你说的是这月退俸的部分高出来的十年，用总所得的方式来看。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必须要说清楚，因为之后这个民间有一些不一样声音，以后这个国防部发言人的脸书他澄清的内容，他就把这个部分讲得很模糊啦，就有点像刚刚您讲的这样啦。事实上，高出来的月退俸分十年取消，这个前后我看到是一致的。是，但是优存的部分不是这样嘛？优存的部分就没有分十年。我跟委员报告，因为以前制度有旧制，有跨86年的新旧制，所以新制以后就没有18%的问题。是，所以你86年不管依据你年资多寡，你有18%，这是国家的政策跟制度。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跟现在的制度做一个横平比较之后，我只是要多出来的确认，要这样处理，让这个我们现在的方案不要好像因为有一些人有不一样的声音，然后出来澄清的时候就用模糊带过。所以我现在要确认，就是说，总之月退俸超过的十年，这个用十年的方式来慢慢这个调降。然后至于这18%的部分，我们讲的也是月退的啦。他选择月退的，他其实应该隔年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因为本金就还给你了，就没有利息了嘛。是，我跟委员报告。那至于说他当初是领一次领的，当然这就是另外。是，对。我跟委员报告哈，因为新旧制是因为它制度不一样，所以它的退休总所得里面是包含月退休俸、法定给予跟18%的利息。所以说这两个你要怎么去分割呢？因为现在就牵扯在一起嘛，所以他会用一个退休总所得的概念。比我们现在如果这个公式去列计的话，就是当初他本来选月退，然后他有去期待，他有一部分的是靠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所得低，所以用18%来补。是我总之我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把这个厘清啦，包括这个发言人的脸书上面在说明的时候，尽量不要为了好像只是要这个
降低大家的质疑啊，所以他就用一个比较模糊的方法来说。如果刚刚像这个您说的这一整套，可以把它讲清楚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好。是我们这个月公告期间，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收整现役跟已退同袍泽的这个意见，然后我们做将来政策上一个修正的参考。好，谢谢。那您请回，没问题。那接着关于我想部长您也知道说，其实我在这边。在委员会里面，其实跟您讨论很多次。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军队里面的人权跟这个整体友善的这个环境。是的，所以我一直在追踪很多相关的一些讯息。那最近我跟国防部要了一份5年内的这个国军性骚扰案件的这个统计的数字啊。上个礼拜资料终于来了，然后我拿到回文的时候，其实我吓一跳。吓一跳不是关于数字吓一跳。吓一跳是给我的这一份统计资料上面居然写是国家机密，国防部说这个是 国家机密，其实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的细则第二条第一款，应该是第一个是军事计划、武器系统或军事行动，第二个是外国政府的国防、政治或经济资讯，第三个是情报组织及其活动，第四个是政府通信资讯之保密技术，还有设备或设施；第五是外交或大陆事务；第六是科技及这个经济事务；第七其他为确保国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者。我请部长您说明一下，这个是属于哪一块？就是关于国防部的这个，关于我们军队的这个性骚扰的这个数字。发言人，我们把这个数据哈，因为当初您来给我们要的数据里面还包含。有这个男跟女上跟下的相关的一个内容啊，所以说我们刚开始找到这个数据在做搜寻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列为这个，所以是您核定这是机密就对了。是我想对我来讲，如果要保障国军的这个安全以及国家安全，这个资料变成机密反而是这个损害我们国军的这个权益。所以我想请问一下部长，如果我现在在这边质询这一份资料，那我算泄露国家机密吗？或是说要不要让部长你来念？帮我们主要是要保护这些相关人员的个资啊，跟他个在那个念。你给我的资料完全没有个资啊，所以好，没关系，你请回我，我直接问部长就好。部长，你觉得，因为我接着就要质询这一个部分，这个数字要你念还我念？委员，假如您念的话比较有效用。我想这个资料哈，从102年到106年，性骚扰统计的数量是5件、11件、32件、38件、38件，以数量来看是越来越多。我想请问一下部长，你觉得这个是因为过去的黑数比较多，还是说是真的是近年来统计越来越多？这个数据哦，去年跟今年我们统计出来概率都是40件，只是处理的时间点不大一样。所以说您在看的数据里面，包含106年，现在因为还没有结束，所以说它大约都在那个40件的上下。我的问题就是，以前比较少，你认为是以前现在比较勇于办案，勇于这个接受这一些事情，然后以前是黑数，还是说是现在有比较恶劣的这个趋势？抱怨我们在这一块，我们每年都一直在宣导，而且性平会议的时候都有一直在把这些个案一个案一个案在做调查。每一期的性平会议里面由外聘老师来主持的时候，这个每个案件都会去跟踪跟调查。所以说我们在这几年确实。每一个人对这方面的意识跟知识都比较普遍，而且都非常积极的办这件事情，所以比较勇于去这个举报这个事情。是，我想在另外一个比较令我惊讶的，也应该说令我担心的一个比例啦，也请部长听一下，就是这个上级对下级的这个，或是下级对上级的这个比例哈，就是说10个里面有9个都是上级对下级的这个性骚扰案件，这比其他行业。都还要高很多，其他行业可能会有这个同事之间的啦等等的。我想在军队里面强调服从的这一种文化里面，会有这样子的比例是有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其实我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他这个不敢这个逾越上级的这个命令，他反而这个也让这一种吃案的可能性发生。所以在这边有这种比例。我会希望部长可以去了解每一个个案它产生的一些可能性，以及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去防治啦，因为我想我们刚刚讲说去让大家勇于举报
好、哦、让大家知道说自己的权利在哪里，这个是我们希望可以造成的结果。但是这个与军队里面上下级服从上级的这个文化里面，怎么样能够去取得一个衡平？要不然你最后越来越多人举报，但是我们每一次发现都还是上面的在侵犯下面的，那我想这个不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在军队里面反而很难去真正的去完成这样的教育啦，完成这样子的保护。所以我希望在这边，一方面是希望部长能够在这个性骚扰的这个防治上面，那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方案啊，那让我们知道说这包括我刚才讲的，过去是不是真的是黑数，哦啊，现在这一些是因为比较勇于举报，所以变多，还是说是真的变恶化？这个我希望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报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怎么样上级对下级的这一种这个骚扰，这个应该要想办法能够让它减少。我相信只要上级跟下级之间的这一种状况变少，其实我们整体的数量就会变少，因为这本来它就是上级对下级的这一种压迫嘛。所以这边我希望这个部长在这两个部分能够给我有一个报告啦。是的，好，是的，谢谢部长，谢谢。请马文君委员咨询。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请冯部长。赵慧早安。部长早。刚刚有委员关切到，就我们明年猎雷舰的案子，还有这边35亿嘛，对不对？是。那如果解约的情况之下，它会有一些部分是用在哪一些方面？刚刚包委员，这个我跟你报告，这个我们开过会，我们的住建人员没关系，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刚刚你们有提到哈，就是说万一如果解约诉讼，是你这个是要付给厂商的费用，怎么可以拿来诉讼？不是35亿里面怎么可以拿来诉讼？这35亿里面还包含了一般的作业款，还有装备款，那也不是拿来诉讼啊！你诉讼应该要用别的经费啊！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你的那个经费的运用要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是付给厂商的，你这个是采购的经费，怎么会把诉讼的都放在这里面？我觉得所以其实我们国防部在很多预算的支用上面其实是有问题，这个你们自己回去再了解看看，根本不可以用在那里。是另外。还有就是到目前为止，因为你接下去要不要继续做，或者要解约，还有很多后续的状况还不清楚。可是我们24亿，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很清楚哈。就你们提供给吕玉玲委员的一些相关的计划里面，就是我们留用的那个预算经费里面哈，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就因为总共陆海空军都有嘛，澳门其中有一个是 S 拐洞 C， 还有进水车，还有消防车的部分，我们总共有3亿的标语款，用到猎雷舰的24亿里面，对不对？是。那我想请问一下，消防车那个是从哪里来的？消防车不是我们的吧？我们是消毒车。不是消防车，是消毒车。可是你提供给委员的消毒车嘛？是消毒车吗？消毒车。那你们提供的是消防车，因为到底是消毒车还是消防车？消毒车。我这里是重型消毒装备。你们给吕委员的是很清楚了哈，是写消防车了，那也没关系。如果是消毒车，那我们那两辆消毒车，这不一样的案子。你是放在哪里的？消毒车105年、106年，你们是把它编在国军重要指挥所的防护装备里面，对不对？是重型，不是是重型消毒装备这个科子目底下。你没有那个科子目啦，你那现在这个出来的，其实是放在海军在国军重要指挥所防护装备的7438万里面，是放在那里面。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部分是中科院执行的嘛？因为它有一些相关的重要设施，还有一些机敏设施，所以你放了两辆车。我想要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两辆车要给中科院？因为你在这个设施里面的预算里面含了这个部分，中科院自己造车吗？为什么要透过中科院买？这个不用中科院来讲，因为预算已经放在那里了。是中科院办理的。
这是我们跟中科院签约，委中科院办理的。那你为什么不另外买？因为中科，你透过中科院再去买，有必要吗？而且一辆一台高达1200万啊，也是非常高。那当初你既然会放在重要的这些指挥所的一些装备准备当中，表示它是很重要的。那你又没买，你把它留用出去。是报员，因为我们整个是全案重要核物设防护设施整个委给中科院，那里面当然有买装备，有买车辆，有买，但是都是跟核生化有关的。那至于细节，我们下去会一样一样再跟委员做说明。那个没有办法说明，因为你其实那个消毒车，你在之前，不管你是用消防车也好，消毒车也好，其实你都有编预算，你都有筹建的。那你如果把它用在中科院的这些设施里面，它就是车嘛，车怎么会是设施？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另外买啊，因为也不需要透过中科院。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第一个要提出来的。另外还有净水车的部分，净水车你们在105年编了1613万，结果只用了200多万，这中间留用了1341万拿去给猎雷舰用了。他只花了200多万的原因是什么？净水车在105年，因为他的整个交货的期程啊，他延误了，我们做了一些调整。那他现在交了没？他一百零六年，净水车2辆已交了。什么时候交的？有没有罚款？106年4月交的。四月交，有没有罚款？鲍委员，我们下去针对技法这一部分，我们下去了解以后再跟您报告。那你那时候用什么钱给他？106年，我们就有我们就因为你105年挪用了嘛。是是。他本来应该什么时候交的？他本来是105的年底，本来年底应该要交。对。那、他们有跟你说要延后大概半年交？他有，他因为他车辆。他是因为商船送货的期程延误，所以造成他整个。所以你也不知道他会延多久嘛，对不对？你就把他的钱用掉了。不是，他在年底跟我们讲，他确定105他没有办法来了。那你们那么有把握说我们隔年的预算给猎猎的这个钱，你们可以解冻或者可以用？报委员，这就所以你们就先把它留用了，人家车已经来了，他只是延误，结果你们也用了。那我们现在再看 S 拐洞 C 好了，这个全案总共8亿4千万左右，是 S 拐洞 C， 你到106年已经编了8亿5，对不对？是，所以他已经结案了吗？不是，还没有结案，因为他的两部，我若没有记错，他两架发动机的工程啊，他延误，所以我们滚动式修正，我们把它修正到109年。滚动，你延到109年，107年没有编，我们在109年为什么不编？你没有作业费，为什么？你猎雷舰发生这么大的问题，你都知道明年要编35亿，那这个你是只是稍微延，它只是发动机会比较慢，你107年不用编，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106年？你只编了作业费26万，对不对？那107年你在预算上面都没编，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结案或者它的情形是怎么样？对，我们要不用跟国会报告合约的期程来编列。那本来合约的期程你是滚动式的调整，你107年不用编吗？他交报委员，我刚有跟委员报告，他就是已经告诉我们他交不了货了，所以我们有做修正，交货的期程有做修正。现在只要交不了货都可以这样子滚动式的修正，然后钱就可以把它用掉，是不是？那当然要经过。你预算书里面其实也都没有交代，你要把它弄到109年。如果你突然在108年又跳出来说有这个，我们怎么知道你是新增的案还是原来的案？是报员，我让我下去你也没有延续性。把那个计划书，我们再把它讲清楚。就是说，为什么这2年不做？那是因为他没办法交货。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有些人家你应该要。给的像净水车，你们跟我们说非常非常重要，消防车也是，是你甚至你说的消毒车，从你们给的，你一直说那是消毒车嘛，可是你给吕玉玲委员办公室的就是消防车，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的资料的控管是非常草率，所以你24亿也可以这样轻轻松松就可以没了。国防部口口声声一直说你们没有损失。今天如果你们现在都要解约了，解约以后这24亿可能要不回来。这24亿，国防部你在打仗的时候，你会只保护你们国防部的人吗？
你不是全民都要保护吗？今天这些24亿，如果你不拨，银行就不会付，银行不付，全民就不会有这些损失。这是民脂民膏，是全中华民国的损失。不要再说国防部没有损失，你们没有赔钱，这是应该的吗？你没有控管好，哎，口口声声一直这么说。我们再请教一下部长，之前在9月份的时候，您到过多明尼加，然后两国的部长其实有讨论到有大概10亿元的军援的部分，对不对？我们没有讨论这件事情。那你去那干嘛？不是有出来吗？ 我去那边是去访问。啊，那个部分有没有？我们要提供给他直升机和马车发动机，还有机车的这个部分有没有？我们当初只是协议，他们告诉我，希望把可能堪用的东西能够援助他们，没有提到任何的项目跟数量。那个外交部长讲的不一样。外交部我们在审他的预算的时候，我们有提到140辆的悍马车，其中有90辆要给多明尼加。那在这个悍马车的减整费用里面，总共国防部提出一辆要85万，对不对？有没有这个部分？这个是在我回国以后才知道的事情。对，那你还是要进行啊，因为你到人家的国内已经跟人家做这样的承诺，你今天我们不要。上一次我也讲啊，在外交部讨论预算的时候，我也说你不要比庆父还庆父，你渔船没有给人家或骗了人家，那你现在我们中华民国堂堂的一个国家答应人家要给的这些军援，那现在会突然没了吗？不会突然没有。悍马车有，对不对？悍马车是有的。那个钱要从哪里来？一辆要减整的费用85万，还有运费35万。一辆悍马车的费用总共要120万，如果有140辆啊，算起来大概1亿6千万。外交部他们只要负责15万的减整费，所以可见其他的60万70万可能要国防部付。那这个我们编在哪里预算？报告委员啊，我是情报处。预算编在哪里就好了？这个相关的所有的这个援政的这个规划，国防部基本上是在遵守我们国家整体的外交的策略在执行。没关系，不用形容那个哈，我们说你的预算编在哪里？那目前来讲，我们国防部没有任何的预算是来执行这样相关的。那你们要开玩笑吗？你们出去跟人家答应啊，你现在没有这些费用，那到时候怎么交给人家？我们所有的预算呢是国防部先垫资，后续呢我们会给你用什么经费垫资？用我们国防部相关的这个妥善装备的这个零附件，那来做相关的这个运作。我们的零附国防部的零附件是用来做什么的？是妥善装备的零附件，我们检整完之后呢，然后呢运用在这个悍马车的检整，这个是针对我们国内，后续纳到后勤的这个，你这个是要送给人家的检整费用，你本来就有相当的妥善率，可是你把我们平常的维护的经费，还有维修零附件的采购预算，这个本来就不多了，你还把它拿来要用在这一笔上面，而且我们是一战备需求编列预算哦。你现在把它挪到那里去，那你现有的一些装备如果受到影响怎么办？报告委员，我是后勤次长，我跟您报告一下。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只是先以往计及，我们用的是我们太除装备拆零纳补的零件，然后把它整，但是这些拆零纳补其实还是我们国防部的资产。所以其实看得出来，从我们猎雷舰的，我们还是要跟外交部要钱，外交部不要付那么多。他说部长答应的哈，部长，我们代收计划。你再跟那个外交部长讨论一下，他说你们要负担比较多啦，因为外交部只负担15万，然后如果我们付多一点，他还可以再降低。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各个部会都是这样哦，任意可以用，你都没有编预算，我们在上面都没有看到任何的预算的编列。你们出去答应以后，进来就可以留用，所以可见我们国防部的预算编列非常腐烂，包括我刚刚讲的很多，甚至超过40%以上。其实我们也不用省得那么累，因为你们在留用上面啊，真的哇，空间非常大。那以后我们就统删30%好了。不用一样一样审啊，因为你其实科目还可以自调。那我想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到现在都还讲不清楚。外交部说他没编，他也不打算出这个钱，他说国防部有答应，而且这个费用人家新的车一辆悍马车才200多万，你去美国的网站看看，他有4000辆要出售的，
一辆最便宜的才三十几万，我们光是维修还有运费就要加起来就120万，你就干脆跟美国买，从那里运去还比较快。我们希望每一分钱其实都是民脂民膏，我们编的预算这么腐烂，而且你还可以任意留用，而且浮编的这么多，这一次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去审视这个预算，包括今天朝野都有共识啊，我们应该不要让大家再募一下，其实要分支计划要好好的看，你不可以在计划以外，你可以任意的去用这些经费，谢谢。接下来请吕玉玲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冯部长。请部长。委员早安。部长，我看国防部留用这24亿的这个经费的问题哦，争议非常大。你们怎么兜不拢，怎么算都有错。刚刚马委员也讲了，你们给我的资料，跟我去检调单位看看你们的公文，你们的千层上的资料，完全都兜不拢嘛。你看列雷舰的第三期的金额，总共是24亿2085万6900元，但是这个数字。就是国防部你们留用三军这个金额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在105年11月30号国防部的千层当中，我现在这边资料做个对比表给你看，这个千层当中啊，海军你的自筹款的预算是14亿3506万5272元，向国防部申请自用的管制的预算哦，是有9亿8579万1628元，包含在向陆军我们的天渊专案里面留用的就有4亿661万1628元，这两个数字的总和刚好就是猎人舰第三级的款项，但是啊，就在106年11月13号，我跟你们要的资料，你们也有电子档给我，不是口头跟我报告。有电子档给我的资料里面，这资料完全是不一样的。当天的资料写，海军的自筹款是13亿6160万元，陆军留用的是新型通用的直升机的这个总共是4亿5000万元，国防部管制的预算是6亿925万元，总和24亿2085万。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参谋长。这里有什么不一样？报委员，你们留用、挪用、千层跟我们报告的这个经费还可以有变动的，这两个版本哪一个版本才是正确的？我跟委员报告，委员刚刚讲的是我们在协资源调控的一个过程，我们要申请预算，我们一定会先检讨军种里面的多少钱，然后我们会协调国防部，国防部会告诉我们说他也只有多少钱，然后在这个协调过程里面，就是刚刚委员讲的，一下又是九亿，一下又是14亿。你在105年的表格天渊计划里面，这个计划你是准备要调用4亿0661万元哦，但是你106年11月份给我的资料就变成4亿5000万了，增加了哦，所以你们这个钱怎么去调用，怎么去挪用？报委员，国防部最后给委员的资料是我们定稿的，就是大家经过检讨讨论了以后，106年11月23号给我这个版本是正确的，是吗？13亿6000万，那个就是我们最后大家资源调控、大家审议的一个最后的额度。所以是106年11月份这个版本。12月15，12月15，你11月13号给我的发文的命令是12月15，所以这个留用的金额是谁决定？就是它有一个过程，过程谁决定嘛？总要最后签个准，你们才可以用啊。上一次我们的军备局长有讲过，是长次，这个权责是属于长次，留用金额的一些调控啊，它是属于长次的权责。所以你们讲到这个长次哦，
我要跟你们讲，我问过主计了，超过5000万就要副部长签了，你这24亿长次签，难道不用部长签？他有计划性跟非计划性，所以你说这个留用的金额啊，这个版本就106年11月10号，你给我这个版本，你们这个金额这样变来变去，还可以再挪来挪去，调来调去，那我们省预算省得那么辛苦干嘛？去年的案子就400个案子，哎，省了2个礼拜省完的，11月17号省完，不用1个月你们就花出去，而且在这个案子里面，你们明明就知道有问题，特别还去问了这个律师事务所，仲情得久这律师事务所，就问他说这个删减这冻结啊，后续要怎么处理？律师事务所回答你们，我们的附加条款的第3条第5项可以延缓支付，不用去主张说要照他们的期限来付，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就非要来支付给他们，你们就认为这个钱付给庆父会比尊重立法院的决议来的重要吗？你们有尊重我们的决议吗？我们审预算看到你们这个问题非常关心，尤其是在这两个案子，我们的提案，马文君委员的提案 G53 案跟本席的 G54 案，针对马委员的提案为什么要冻结，就是发现庆父有脱产的情况，赶快的要你们提出这个风险的这个警告，所以冻结了106年预算1/10。本席的第54案就是发现这个整个猎人舰你们在预算上留用的情形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要你们风险管控，帮你们去管控，所以在这作业费全数冻结。而且这个案子我们朝野立委都联署了，包括民进党的王定义委员、蔡世应委员、罗志正委员、李淑玲委员，还有时代力量的林长佐委员，通通认为这个案子非常严重，而且要好好的管控，朝野通通联署的这个案子，你们不尊重我们立法院的决议，也不尊重我们委员对这个案子的关心，不尊重这些民意，强行的把这个钱付出去，那我们未来在今年就要省你们国防部的预算了，你们钱检修的钱也可以这里挪那里付，去国外高兴了就答应了要送10亿的军备，回来再来找钱又这里挪那里用，我们的冻结删减这些预算，你们完全不尊重立法院，这等于是行政权跨越了我们立法权，完全不尊重。所以本席认为啊，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我们的立法院也应该提出抗议，我们要好好的来谴责你们留用这笔钱。部长，你认为你的部署做了这些事情，你有该怎么做呢？我想回委员的话，对于这些作业上面的这些跟以往不一样的，我们会尊重大院的指示，我们来深切的检讨。部长，你们一直在回复，就说这是疏失，疏失叫做不小心哎，可是你们国防部是故意哎，我想故意留用、挪用、调用，委员自己可以决定，可见了你们平常在预算上框列很多，还说国防预算大家支持，这是给你们随便用的吗？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尊重我们立法院的监督权，我们这么辛苦审查预算，你们居然可以这样子做。我希望我们在今年度审查预算的时候，你们科指目所有指向细项的说明一定要非常清楚，你们不要再乾坤大挪移，再留用我们的经费了，好不好？是鲍委员，这方面我们在部内做相关检讨的时候，也确实在今年我们的预算准备还有相关的说明，我们会在这方面谨慎处理我们的预算。是的，每个委员都非常认真的看预算。是，你们不要用糊弄框列，给你们那么大的空间再随便的留用，好不好？是是。那接下来我要请问一下，好，那个参谋长你们都请回，我要问一下人次是
人事室我很早就要资料了，要了两个月没有给我。当初到我办公室跟我们做开会报告的时候说没有问题啦，你们来韩文来我们马上就给你资料。结果一等一个月过去了，就在11月2号再问你们，你们说好我们马上准备。结果在礼拜二的时候又跟我讲说马上处理要给我，到了上周五突然间告诉我我也没有这个资料，从有变成没有。为什么我要了这个资料有机密吗？我只是要一个我们现在募兵制跟我们军官缺额的问题，要来关心我们部长说明年全募兵，我们在关心这个问题，这个有这么机密吗？资料从有变没有。副次长，是上面的长官要交代你说不能给我资料是吗？报员跟你报告好，您要那个资料，郑吉生跟庄格生今年的所有招募一二三梯，我们都有送到办公室，正式成文给委员。那您没有，这我没有拿到，这部分我们已经寄出去了，按照你寄出去呀、啊？你们每次公文都是送给我，你几月寄？寄了两个月吗？报员，另外一件事情哈，我要跟您抱歉的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军官。在进任跟调查当中，已经不会再区分你是政治生，你是专案机关，你是专案机关。你把资料给我，我要怎么看怎么审？你怎么知道？好，那我马上给你看这个资料。你就给我，我们要资料，你就给我资料。对，这个资料你问我要怎么看怎么审？报员，这资料是我们给你的。你怎么知道我要怎么去了解这个资料呢？部长，你看看他们这种态度，你怎么评估啊？你怎么评断这件事情呢、啊？报员，这个资料我下去忙跟您报告，不能给是吗？哪跟您报告整个我们你给我资料我自己会看，为什么两个月都不给我？我现在看一下这个计划招募跟实际招募，正旗班的跟我们专业的军官班，从104年、105年、106年，你们看到这个什么问题？专业的军官班啊都比政企班多了，但是我不是看这个数字，是因为有人跟我澄清啊，他们说他们受专业军官班受到政企班的歧视，他血统不一样。保员给你报告好，我们现在的陆军司令跟陆军副司令都不是政企生，那现在国安局局长跟以前的部长李天也都不是政企生，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在竞争当中或是调查，不会再区分你是什么出身，都是按照你的工作绩效考绩跟你的学经历来做考核。好，副次长，你这样子回答当然是你站在这高点上是这样讲。冯部长，我请你回去问一问，你现在不用在这边回答我，本席接受这个陈情，也不就有这个事实，所以你们不要在这个高点看不到底下基层，是你们的军官所受的委屈的辛苦，每一个看到这样受歧视的，我赶快收拾包袱走人了，谁会愿意再留下来？今天在这边反映，就请部长重视这个问题，回去在基层问一问好不好？是关心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我们的全募兵啊，会募兵会顺利成功，我们的国防才会安定，这是我们的期许，好吗？接下来请吕顺林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有请我们冯部长。请部长。委员早安。部长早安。
部长，自从您上任以来，其实就致力于在增加这个国军的荣誉感，像是这个服装上面的改革，或者是说这个生活环境上面的改革，以及这个荣誉袖带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说有一定的成果。但是我认为说呢，这个荣誉感的基础是来自于保卫这份土地的一个情感，那这些呢都来自我们过去这个在其中生活的经验还有记忆，所以要如何来保存和宣扬国军过去的光荣历史，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是的。那目前呢，这个我们国防部的政务办公室来主掌了国军史政政策的规划督导，还有这个除了这个辖下的史政编译处出版的相关书籍之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国军历史文物馆，还有这个国防部历史馆的管理，同时也对于我们各级军史以及对史馆有督考的一个责任。那个政务办公室呢，可以说是统筹军史保存的一个主责单位。是的。但是我们从这个每年的预算书里面来看，这些经费呢，其实都散在这个事务费或者说物品费上面的这个项目，那也和这个其他的行政工作预算来混合在一起。我们其实看不出实际的，就针对于这个史政政策的这个经费到底有多少。所以我想请教部长的是，我们目前这个部本部，我们这个政务办公室对于每年这个史政作业经费大概是多少呢？是。我请我们政务办公室的来答复。好。鲍委员，谢谢委员啊。我们每年就是在这个史政经费的部分，大概编列是240余万左右。240余万吗？是的。240余万，好。好，再来呢，我其实有发现到说，我们部本部呢有一笔预算是捐助给中华军史学会这个组织，来办理推展军史研究还有研讨会以及会刊印制的业务。那我们这三年的这个捐助呢，每年大概都有90多万左右，所以想请教部长的是，能不能够简单的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补助这个单位的原因。那他们办理的这个相关的业务的绩效如何呢？报告委员哈，就是有关于这个军史协会啊，它是一个合法成立的一个这个学术团体。你成立一个协会，当然要合法。是的，是。那他每年办的活动，大概就是主要是有他的就是会员的年会的大会，什么？还有他们这个办的学术的会员大会。学术的会员大会。另外还有个学术的研讨会。嗯。那另外还有他办理他们的理监事的会议。他们的会员大概个人的会员大概有400多人，那团体的会员大概有12个团体，有400多位，有12个团体，所以你意思是说中华军史学会里面有400多位的会员，然后有包含了12个团体，对，会员。那这12个团体是什么团体？鲍委员，这个我手边上没有资料，我下去再提供给您。好，是 ，OK。那其实呢，在针对这个部分呢，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我们这个中华军史学会的会刊资料呢，以这个2016年的研究相关主题来看哦，其实都大部分在讨论这个对日抗战，还有包含了这个淞沪会战等等的这研究。是的。那我觉得说，这个国军的历史的研究不应该只有对日抗战的这个研究之外，我觉得应该也要来加强这是不是能够研究国军保卫台湾历史的这个部分哦，因为这个学会的这个年度经费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国防部的补助，所以我希望说国防部是不是能够就这方面来做一个提出一个建议，然后回去来研究一下呢？没问题，我们会去跟那个协会来做讨论。好，那我也希望说你会后来提供这个针对我们国防部给捐助给中华军史学会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相关的说明。没有问题。好，那协会相关的经费它都会报到我们部里面来，我们都会有主机跟监察来做审查，所以这个经费的部分使用的部分绝对不是有那个随意使用。是什么？不会。有关于协会他们的经费的使用情况都会报到我们国防部来。对，我们国防部的主机跟监察都会严格的审查，所以说不会有随意使用情况。我知道你们会严格审查，所以我希望说你们会后来跟我详细的说明。是，鲍委员，没有问题。好，谢谢。那在接下来呢，我想要跟部长讨论的是，我们近三年这个国防部所属的单位对于史政作业所编列的预算。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表格上面
这个陆军司令部还有县指部、军医局、军情局、电展室，还有资电作战指挥部以及国防大学，这三年的预算额其实都没有变过。那其他的这个单位呢，其实预算也大同小异。那所以我想请教部长的是，我们这些没有变过预算额度的，是不是有符合零基预算的精神？那这些没有变动过预算的单位，难道说他们每年做的事情都完全一样吗？还有，我们再来看足迹局，它105年度所编列的预算只有7000元，但是到了106年、107年，它的预算变成7万块。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动？是，我请局的局长来答复。包委员，那因为实证作业它属于一般性的作业维持，那原则上我们就是，他如果有新增的需求项目，他就会循五年施政计划呀，把要增加的额度报到我们资源师来，我们资源师就会把这个要增加的项目，透过审议之后呢，审查之后呢，再增加额度给他去编，否则一般性的他只是做维持性的，那一般来讲我们额度不会做。年度内不会 做大幅的变动，所以你意思是说，这些105年、106年、107年的年这个预算都没有变列，没有变动过的这些单位，它其实就是一个维持费吗？对，就是一维持性的，除非说像那个像海军他如果说当年度有一些新增的项目，他要做一个，比如说类似像故事馆，或者是做一些那个，他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要新增加的额度。那他就会新这五年施政计划呢，会报到我们资源师来，我们资源师就会核定给他当年度呢额度会增加。可是等到这一年度他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呢，他这个额度就会隔年。因为他这个新政已经做完了，他又会回到原先的维持性的一个额度。好，那局长，你的这个足迹局哦，为什么从105年度的7000元变成7万元，然后106年也维持是在7万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动呢？包委员，因为我们最主要了什么样的项目？是我们的财务中心啊，他在今年，他成立了一个建制50周年的一个展馆，所以呢，相对的他的维持性的经费呢，就增加了，因为是新成立的一个展馆。所以你成立了一个新的展馆，然后经费就要多10倍吗？我们基本上就是原先7000块，它只是增加了6300块，六万三千块。好，那局长，你在这部分为什么这个预算会变动这么大的这个部分，请你在会后再提供资料给委员说明。谢谢。部长，其实这些经费我们可以看到说非常的没有很多，那都是散列在这个各个单位里面。其实这个经费也实证工作的这个预算其实也非常的少，那也没有办法来整合性的做一些计划。所以我希望说部长是不是能够思考一下，把这些预算呢做一个有系统的一个整合，除了这个各单位自己有这个文物馆之外呢，把其他的费用一起来并在这个国防部政务办公室底下，来做一个长期的实证业务的一个规划，例如说对于这个退役官兵口述历史资料库的一个建立哦。所以在这部分呢，我希望说部长可以回去研议一下，好吗？是的，会。好，谢谢。接下来想要跟部长讨论的部分就是说这个眷村文化保存的问题哦。因为其实我们最近可以看到说很多人在讨论我们眷村建筑的保留或者是说活化，那这些活化或是保留其实都成为我们这个文化资产的保存下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事物哦。那这个眷村文化的保留呢，它不能只靠这个硬体的维持，其实也要有这个眷户在眷村生活的这个记忆才算完整哦。是的。所以请教部长的是，我们目前这个国防部有没有进行眷村口述历史的这个保存？那我们这个保存的规模大概多大呢？规模，委员好，我是那个眷村处长。公务员报告，有关于这个口述历史的部分，其实我们国防部在103年就已经有针对这些我们眷村的这些耆老，我们也配合中视的团队。做一些口述历史，配合什么团队？中视的团队。中视，中视，电视台中视的团队，做一些口述历史的一个收整。那这些相关的这些，我们都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你们进行到，就是这个资料有累积多少？因为那是对，因为呢，我们是全国性的，所有的眷村都做这些相关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收整。是，现在目前都还是持续的在进行。所以你的这个资料收集有多少笔呢？
现在资料库的部分，因为我们这些团队就之前这些祈祷的收整，目前我们配合团队大概是有30几笔，那目前还是有配合一些眷村，因为他们已经都搬迁，所以我们还是持续到他们新建的这些房舍啊，这些住宅在持续在做一些收整的工作。所以你们从103年跟中视团队来合作，来就是针对我们祈祷的部分来收集口述历史，是收集到现在只有30几笔，不止，有些因为它是配合到地方的这些文史的学者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些历史的收整，是。那所以你这个配合，还有加上配合当地的文史工作者所收集起来的资料有多少呢？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这一个总统计，我们还在下去做一个总的一个统计。好。那针对这个部分呢，我看给部长一个小建议啦，就是其实退辅会也有在做相关的这个口述历史的一个收集哦。那我们国防部其实也可以跟退辅会来做一个合作，然后将这个口述历史的部分来做个更加的完整，好吗？是的，好的，好，谢谢委员。那接下来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为了要区隔这个着重在眷户搬迁还有这个区域重新规划的眷感条例，我们国防部有成立了一个特别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来研拟文化眷村文化保存暨发展条例草案哦。那其实经过了5次的这个部内研讨会还有跨部会的协调，已经初步了完成13条的条文。那现在这个条例的进度如何呢？那什么时候会把这个条文送到我们这个立法院来做审核呢？报告委员好，我是这个政战局局长。这个条例啊，我们现在还在研讨中。那但是我们会尽快的时间送到行政院去，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部分要还要再跟这个相关的委员做一些研讨，另外还要跟大院的委员，我们也必须要再做一次相关的沟通。是。那我们现在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吗？在沟通上面？跟委员报告，现在的话，目前是沟通上是没有问题。是说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容我们私下再跟委员做一个有关条例的一个专法的部分，在委员做一个详细的报告？是。好，谢谢部长。我想这个眷村文化的保留是我们目前很多民间团体是希望可以逐渐的去做保存这件事情哦，因为其实不管是硬体设施或者是说人在这个记忆的部分呢，其实也会慢慢的逐渐的消失，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希望说我们国防部能够在这部分积极的赶快来保存下来，因为历史的保存是能够创造更多情感的来源哦，所以如果你们妥善的保存这些素材呢，其实对于我们推广我们募兵制也好，或者说对于推广我们国军的形象也好，都是有很大的帮助。是的，好吗？谢谢委员指导，谢谢部长。是，部长加油。是，好，谢谢。我们先休息5分钟，以后开会。
所以你来，这样子，然后你们写了个评论，你就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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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开始开会，请庄瑞雄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在场的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列席的官员，我请我们国防部冯部长，请冯部长，请我们三军的各军种的参谋长列席，请陆海空三位参谋长。委员好。部长，我看啊，你跟今天率领的我们这么多国军的将领在这里啊被询了，我想请教了，有这个资格到委员会里面来的，到立法院来的，我相信都是几乎是一生戎马了啊。那我听过啊，屏东遐吼，你那大概那试射飞弹都你的试射，屏东是九鹏嘛哈？对的，三军啊在我那个地方有联训基地啦，是的。我再请教一下，三军联训基地在屏东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设立了？澳元是民国56年一直到现在。56年，是。我定，如果三军联训基地在我屏东，在我们恒春那个地方啊设立到现在，如果56年，那50年哦，50年。我相信对整个国军的训练啊，然后对整个兵力素质的一个提升做出很大的一个贡献啊。可是这个贡献之余啊，对当地的一个居民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不公平啊。我简单讲了，是讲部长，陆军、空军、海军训练都在我们那个地方联训基地，因为空军枪下手。恁那个无人机有去啊？阮那个三军联训基地啊，敢炸射不？那有在那边训练？我等下有训练啦。有。啊，有无人机敢飞过不？有。啊，有敢恁投炸弹不？哎，训练弹有。哦，一定有诶嘛，对不吼？陆军恁去啊，拢敢扛啥物？扛啥物款的迄个炮弹？有155榴炮，也有这个战车炮。155榴炮。有足大声无？你讲个部长听。有没有很大声？有没有很大声？这个现场我有
去看过射击，非常大声，非常大声。部长已经替您讲啊，你知不知？海军有啊，您有无？有，有就对。您三军拢要求啊，对阮来讲啊。啊，部长，你看嘛，你咧讲，你要甲阮升等五十档，对国家好事啦，这个都要肯定啦。可是这个两个层面的问题啊，你像那个九鹏基地，九鹏基地在我们满洲那个地方占地瓦瓜，瓦瓜，甲部长讲。1600多公顷，1600多公顷啊！部长，迄呐1600多公顷，放落台北市会惊死人，你知不知？迄叫做占地为王，也没有关系，国家安全，那对地方都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发展上有困扰，那也就算了。公共利益大于啊，这个有时候个人的一个利益啊，可是对地方这样的一个受损呢、啊，我干嘛就唔甘咩？你知不知，部长啊？啊，我该拜托过了哦。刚也跟你的幕僚说好，大家来想办法。所以，你像你一年四季在三军联训基地那个地方在做训练呢，陆军立马来，空军回人机立马播一马炸射哦，海军立马塞一来炮弹来敢削。那个声音部长也说好大好大，其实不止好大，是大到受不了了，就是安尼啊。你看各个机场都有噪音的一个补助了哈、哦，你连桃园机桃机啊。附近的噪音，他也去做一个补助。部长，今天各军种的参谋长在这里，我也跟沟通过，咱来做伙五十年啊，咱共解决一下，安尼好唔好？来，什么人？部长点头啊，恁就尽量讲恁的意见啦。向委员报告，这一个噪音补助，他现在是用公益基金的方式可以补助到个人。那布林经费的部分，目前是发到乡镇公所，由乡镇公所。哦，那个乡镇公所我不管，那个部分呢、啊，长期行之有年。我现在讲的是说，对这一些实际上受损的，无盖这啦，你不要以为那个整个三军联训基地是什么大楼林立，没有啦，都个体户、农民，没有很多户啦。但重点是讲，人比咱国军住里啊，搁较久。我们挑的那一块地那么大。我们作为训练之用，可是对这样的一个三军在那边所制造的噪音，对当地民众产生了一个困扰，咱个该管了不？我就当啊。向委员说明，部长已经有指导。那明年的这一个整个木林经费修订的方向，我们会朝30%补助到地方政府，70%补助到个人的方向来做。那按照这样来做的话，基本上就有这个经费来满足刚刚所委员所指导的有关这个气密窗的加设以及噪音防止的部分，这样来执行。另外一个哦，伯弟，你们这个次长刚讲的基本上可行了、啊，但是啊，我们国防部每一次对乡镇公所的补助啊，那一笔钱他拿走了。每一个乡镇长他有自己的施政的一个方向，一该可以修理最高啊，一该可以砍电费。伊该投入白牙去，伊偏偏啊，就是袂该做上面的气密窗。所以本席在这个地方要求啊，部长，既然三军的参谋长都在这里，都认为可行，那是不是啊？我们去修改规定，让实际上受损的这个部分，你不要跟那个敦亲睦邻的经费绑在一起，可不可以？鲍委员，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我们在审议委员会里面，我们将您的指导纳入这个研讨的方案来。部长可以哈？可以。可以哈、哦，拜托哎哈，部长都跟您答应啊哈，这一笔那谁来负责？谁来负责最终？由训斥师来管制来做，没有问题哦，部长可以哈、哦。好，那三军的参谋长请回了哈、哦，部长我要来请教一个问题了啊、哦。最近呢、啊，国内大家谈的好像几乎只有一例一休了，我感觉今天上大条的代志实在是部长你要来做一个啊宣誓了，或者说对国人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回应呢，就是说北韩呢、啊、发射这个火星的十五型啊、哦，这个飞弹发射出去以后啊，你看今天什么日子？美国跟韩国联合的空军的军演今天上场了。是的。那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他这个军事演练出来以后啊，美国一直讲说北韩对他来讲的话，对美国他本身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威胁，他认为啊。美国跟北韩发生战争啊，可能性啊每天在增加。我想要来签告部长就是讲，这我听来惊你，知不知？台湾的安全保障大致于来自，当然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国防的一个自主，但是跟美国、跟日本、跟他们之间的一个同盟，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啊、
不小的一个保障嘛，哈。那台湾对未来可能这样的一个发展，咱有去做什么预测不？预判不？尤其你是国防部长呢，我们必须要去降低北韩问题对台湾造成的影响啊。譬如说那今天战争，第一个要不要参战？哦，第二个、啊、如果我们要尽国际义务的话，那么到卡就跟什么程度？是军靠海港港口要救人，啊是那你做人道救援，这个请部长来做说明。是的，委员的关心呢、啊，也是我们国防部啊，最近常常研讨的问题。有研讨哈、哦我想从三个方向来给您报告。第一件事情啊，对于他们这个飞弹的射击等等的，我们有能力啊把它侦测到。对于这个情报的掌握，我想让全民安心。我们能够有这个，不但是掌握了，而且我们还有联系，知道它落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想讲的，对于这个战争呢、啊，因为美国一直说北韩是他最大的威胁，对，但是对台湾来讲，北韩不是台湾的敌人。但是呢，我们跟周边国家的关系要比北韩呢要来的比较密切，因此我们正在研拟，假设万一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按照人道救援的立场，我们可能很难拒绝一些紧急状况的协助处理。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像我今天早上进这个联合指挥部，一定要关切我们中共的动态，因为这才是我们直接的威胁，对，我们绝对不能因此而松懈了。所以部长，你其实讲到这个是重点中的一个重点了、啊，中共的态度了、啊。我想我们也认为北韩不是我们的敌人，可是如果那个战争爆发，我刚提到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被要求参战的可能性嘛？啊，那第二个，中共会不会趁机浑水摸鱼啊？我定，这就是我第三点讲的，我们要特别注重。中共啊，不但是我们当面的，而且内陆的兵力的调动，这些我们都非常的关切，也有研习。在这里我就讲到这里为止了。所以一切都在部长，我们一切都还在掌握当中呢。是的，这个最主要会这样问啊。我相信大家也都常常会看到了啊，不只是北韩这样的一个危机啊，这中共最讨厌的是飞机也给你来了。哦、怎么飞出第一岛链呢、啊哦？航母也到处给你这样子绕了。那这一些我相信都是国人平常就会关切，尤其是这一次北韩这样的飞弹的一个试射以后，我想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国防部啊，尤其是部长啊，要更加啊严密的去做一个掌控、啊。是的，会的。好，谢谢。接下来请刘世芳委员发言。谢谢，我可不可以请一下部长，还有全民防卫动员室主任？请部长，全民防卫动员室主任，请全民防卫动员室主任。好，那等一下。刘委员好。是，不好意思，我时间比较有限哈，部长想请教一下，那个其实刚刚部长已经有提到哈，现在针对北韩的状况，我只想了解，北韩在发射导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邻国日本，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夏威夷的部分啊，他们都有先做。这个警报，好提醒我们一般的人，不是军人。是。那所以未来国防部会不会规划，我们也是用以前啊，就是类似好像防空警报的方式，提醒人家可能会有导弹飞越过我们自己国家的领空。要不要做这样子的规划？委员好，我是全民防卫动员室。是。我们每年在大概二月到五月的时候。我们会分七个地区。我不是在跟你讲这个，我现在讲的就是如果有导弹，对，我来报告。来，鲍委员，我是作息室室长。是江。这个国安会已经规划完毕，我们已经现在我们已经设立这个机制了，然后现在正在做这个软体的这个系统的实验。我们已经有评估过，现在要设立这个机制，已经做了。因为日本跟美国，好，我相信他们自己对于国家的防卫动员一定也非常的严格，绝对不会轻易想要扰民。是。那既然我们跟北韩也是有这个邻居的这个关系的话，
未免也会有这种北韩导弹的影响，或是其他的外溢的效应。是。那我们事实上也必须要做这样的规划，是跟评估，已经做了。那现在有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来进行，是吗？是，已经做好了。是。所以未来可能不只是透过我们那个 Siren 的系统，说不定手机也会出现。对，是。或是电视荧幕也会出现。是是。好，那这我了解哈。那如果要的话，必须要跟我们全民的讲清楚、说明白会比较好，好吗？好，不要引起恐慌。是。好，谢谢。部长，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您是空军出身，其实也帮助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议题。最近，全台湾的雾霾非常的严重，那雾霾严重的状况之下呢，有很多其他的解决之道是有些相关部会要处理。我想要知道空军有没有可能帮忙做人造增雨的部分，来解决在空气中漂浮或悬浮的这些微粒，降低我们的雾霾的影响。报告员，我先回答您，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有做人造雨。是。当然我们偏重在干旱的时期，对，假如有好的每年三月左右，对，我们就会来做。那现在是因为十二月开始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雾霾的状况啊，是一定不一定是台湾自己本身，还有从其他国家过来的。但是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说在我们科学的评论之后，有可能的话，空军有没有可能请求哈，这个我请参谋长答复。好，中央气象局或相关单位一起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报告委员，我是空军参谋长。是。有关于这个人工增雨可不可以解决空雾的问题，这个我们不敢做确定，但是我们可以配合天气的状况来实施人工增雨。好，我们会要求，我会要求交通部跟经济部来做评估，那请空军可以配合。我们可以配合。但是空军在配合的时候呢，我看你们上一次去年三月的时候，你们是用 C-13H 啊，但是这个好像跟以往的空军气象联队比起来，这样子的装备好像比较老旧一点，是吗？不，都是一样的，都是 C-13H， 而且我们目前把那整个那个水箱啊加大，有做过构改。这样子是吧？是的。我是觉得如果能够配合评估啊，尤其是中南部的状况，其实北部可能在我们东北角天天都有下雨，它其实已经冲刷一部分空气当中的悬浮微粒，但是中南部还是非常严重。那我是觉得能够解决一部分，我们就帮忙解决一部分。如果有这样子请求的话，我想空军应该不会拒绝，一定 会全力支持。好，那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好吗？部长您的看法怎么样？我觉得非常正确。是，但是因为以往并没有，以往是因为要针对水情太紧张的状况，那现在是要针对我们的雾霾的状况。那我有请教过包括我们吴坤玉，他是台大教授，对于空气中的这个气胶分子其实是非常有研究。他认为说把空气中的空污粒子变成是水污啊，其实是降低污染也是有一点作用，只是说没有雨，我们现在已经中南部几乎三四个月以来都没有下半滴雨了，这种状况之下，所以才会想到说空军有没有可能未来可以配合。参谋长已经刚答复说他们正在研究这个事情，因为以前没有做过。对。那么我们会配合气象局跟相关的单位，包括交通部这类，我们来做。是。好好，那就麻烦好吗？好好，非常谢谢部长。我相信空污的问题啊，全民都受到很大的那个灾害。如果我们可以帮忙的话，能够帮忙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多管齐下才有用了，不能只靠一个环保署，好吗？这也是保护全民呢，我们会把它当成任务来做。好，谢谢。好，那刚刚我所提到的全民防卫动员的部分，是不是在会后啊，再提醒再提供给我一份比较详细的对外，如果不是机密的状况之下，给我一份好吗？书面的部分，对，可以，没问题的。好，谢谢部长，谢谢。接下来请吴坤玉委员发言。好，主席，各位先进，好，那有请洪部长。请冯部长。委员午安。部长好，辛苦了，我知道您站了一个早上了，但是有一些问题还是请教部长。那其他问题，如果其他人可以来帮忙回答，也都很欢迎哈。部长，我想因为预算的问题，那确实过去有一些累积下来的，就是从过去事实上有很多预算的保留哈。那从审计部这边来发现保留预算数相当高哦，46%、47%。那这可能会不会让外界觉得说？国防部执行不力，所以我想说给个机会让国防部来解释一下，好不好？谢谢委员，我是主计局局长哈。那针对委员这个数据啊，我做个说明哈。因为委员这边所列的都是
国防部列管的重大管制案。是。那重大管制案基本上呢，在国防部研考单位他们做列管的时候呢，他们筛选的原则就是：第一个，计划期程长；第二个，预算金额高；第三个呢，就是在招标阶段呢可能有延宕，是，或是在履约阶段有争议，甚至于就是说在输出许可还有关键技术的获得有困难。所以这些案子在研考单位呢，他就会把它列为所谓的国防部管制案。那其实呢，在我们国防部以102到105这四个年间呢、啊，我们所有军投案总共608个案子，是，那金额呢是3604亿，但是呢，我们的保留案数呢，好、哦，保留案数是96个案子，金额是91亿，占比呢是案数的占比是15.8%，是，然后呢，保留的金额是2.6%，啊，这个我特别做以上的一个说明，是，但是我从国防部给我的资料里头发现，像。战甲炮车延寿案未完成验收，像这种未完成验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哦，这个是不是可以比较明确的说明？好、哦，因为像这一些理论上已经交货了，那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是他交的货品是违反不符合我们当初开的规格吗？还是怎么样？向委员报告啊，他在验收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啊不符他这个标准，也会产生一些诉讼的问题啊。是是，像刚才您这个画面上所讲的这个夜视镜，它就是履约有争议，有解约，对啊，所以我们保留这个预算，那后续年度来执行。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一些战甲炮车等等的这些，也都是类似验收的过程当中有产生瑕疵品。的一些甚至到工程会去调解，需要时间啊，报完毕。是，那这个在采购过程中有没有办法来减少这样子的案子，让我们采购比较顺利一点？那减少徒增这些诉讼或者争议，有没有这个机会？报告员，我们正在研拟啊，我们怎么样来精进我们的采购作业的办法？是是。因为我们建案的过程已经在去年了就把它修订了，是，在这里呢，我想请我们的采购室主任呢，以最短的时间讲的最正确的给您回答。好，谢谢，包委员啊，采购室主任跟你报告，有关这个履约管理的部分啊，因为现在都偏重在军总自己做履约，是，那当然军总他按照他作战的需求可以做比较完整的这个专案管理。但是呢，我们也发现还是有一些技术上或者财务面的欠缺，所以未来可能的方向会采取专案技术委托的方式啊，看看有没有第三者，包括我们的中科院来协助军总做履约的管理。我想这样就可以降低他这个未来啊、产生这个争议或者延迟的状况。对，我想这个想法很好，专业上我想技术上还是要加强，在这一些军备的采购上，好不好？是，好，谢谢。好，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审计部也提了这些意见，然后我想刚麻烦未来国防部在这方面、哦、要多注意一下。接下来当然就是说这个经费留用的问题啦，当然最近引起一些争论，未来不晓得能不能把这种经费留用的问题把它制度化，减少争议，有没有这个机会？是，谢谢委员。包委员，因为这一次啊，那个委员会里面很多委员都有提供相关的一个意见。那包含审计部好，还有行政院那个，我们目前也在规划未来我们整个包含跨军种的部分，上一次委员会已经做成协议了。那我们会跨军种的部分，这个将来规定我们会把它修订纳进来。另外，我们针对个案计划的留用比例的部分呢，好，我们将来可能也会受个规划，做个限制，好，就不要再符合预算法62、63条及中央政府总预那个机关执行要点里面27点的规定范围内，我们自己再把它限缩。那另外委员有提到那个权责的部分，合并权责的部分呢，这一部分我们在规定里面也会做一个明确的立定跟规范。报完毕。好，谢谢。另外就今天报纸报道这个中科院跟民间合组公司的事情，那这里就是说，因为我过去也在中工研院工作过，其实政府出资做研究。当然，未来把它能够做成商品商业化，这个有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这个有帮助。但是要怎么来避免利益输送或是图利他人？因为政府出钱发展出来的技术或是产品，当然这个要给谁来
商业化，因为它未来有获利的这个潜力。那这方面我们应该要制定相当的规划，好，甚至过去公园是要公开招标的，给出价最高人来获得这样的权利，好，因为这个可能有专利，有那个生产机密的问题，那能够帮助厂商获利，所以这个会引起所谓利益诉讼或是图利他人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在组这个公司的时候有没有做这方面的规划？报告委员，首先第一个跟您报告，就是中科院跟别的民间厂商合组公司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有通过了相关的，民国103年就已经通过了相关的作业规定，这个、法源是没有问题的。我问的只是这个利潜在，第二个未来会有利益诉讼或者图利他人的这种嫌疑，搞不好相关人员会被起诉，这个、是要预防的。是，谢谢您的提醒。我中科院绝对经得起考验。怎么讲啊？就以这回报纸上报道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都是跟我合作很多年的厂商。我之前用的是外包的方式跟他合作，我利用他的产能帮我生产我要的东西，我的技术，我设计出来的。副院长，可能你搞不清楚，是因为我们军方用的可能是尖端的科技。对，这里未来有很多的潜力，是可以赚很多钱。好。那这个地方就是要规范好，避免未来相关人员被起诉，这要保护自己。是，我想我们做的事情也许都可以公开检验，受得起检验，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未来牵涉的利益搞不好很大，就像台积电当年是怎么样，政府拿100亿出来投资的嘞，那这个都会牵涉很大的利益，所以要事先，当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想好保护未来相关人员，不然很多人搞不好他觉得可以自己经得起检验，但是未来被起诉是因为图利他人，那是很无辜。我们要先保护好自己，这样我不晓得中科院这方副院长这样了解吗？我了解，而且谢谢您这个善意的提醒啊，我们会战战兢兢来做这个事情，不要害到我们几个同仁。战战兢兢，不要讲这种空话，是要有规范。要有作业原则哦，有规范，有，好，一定要做好这样子的程序，不然到时候你说我都可以经历检验，这都是很空的话。是，好，我们要做好预防的措施，一定要有作业原则，要有相当规范，来确保这些利益分配或技术的转移都是公开透明，经得起检验，是，而且是公平，是，有这样子的规范，我们会遵循规范一步一步来做。好，谢谢你，谢谢，谢谢。好，我们知道说，国防大学是很重要，尤其在训练我们军方的人员。但是，我去看了国防医学大学，还有相关的学院，包括中正理工学院这些大学的师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改善。从我们学术单位来，副校长，哈，我从学术界来，我看到我们的师资。好，虽然我们希望有军方的经验，但是 我觉得如果以学术各方面来讲，我们还是不是 很理想。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善我们现有的师资？我们现在的大学的师资跟那都是跟那个外面大学 教育部都是同样一个标准。那我们也都请这些老师呢，每年都要去跟。这样不对的。我们的师资来源确实是很局限，我想我们需要军方的经验，但是在理论各方面我们当然需要有，但是另外一方面的经验或是学术的那个品质还是不够理想，是，好，那这样会影响到未来我们在各方面人员的训练也好，学生的训练也好，甚至在从事相关的研究这个品质深度上还是会受到影响，是，所以我会建议说，我们可以有两个 track， 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军方训练出来的人，一个是学术单位训练出来的人，这样才能够互补。好，我们现在是偏重军方训练的人，好，这个没有话说。我想我们需要有军队，好，甚至我觉得目前军方的师资，因为他是成绩好留下来当助教，马上慢慢升到升上来，他反而没有军队的经验。那这个可能我们真的要去思考我们的师资来源要怎么来筹备，不然我们这样下来，我们军方的
师资会品质不够理想。有什么答复啊？跟委员报告有关于师资的改善，我们也正在努力。这个每年我们都派遣相关人员到国外去，国内外修硕士、修博士啊，加以训练。所以我们这个人员可能就是要慢慢努力。我想我支持这方面的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不可以从外面甄选优秀的人来协和，来帮忙教学研究相关的工作？我们其实需要两方面的人。我们现在是着重在军方出来培养出来的人，那这个当然是需要。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外面训练、学术各方面比较实力、品质上比较优秀的人也可以进来，两方面的合作才可以促进我们军方的发展。是的。但是我们缺乏另外一方面的人。我去看了师资的培训里头，发现多数我们还是军方出来的人。这样有没有机会，我们来扩充非军方出身的人，让我们在学术上、学各方面比较，尤其理论上。鲍委员，您讲得非常对。我们也希望能够增加客座教授，或者是交流的教授，但是我们可能要克服一件事情，是，就是我们付给他们的这种教授出席费等等的，我们可能还要再研究如何去争取。这样子的话，我想短期之内啊达成不了，但是长期来一定会达成委员的愿望。那因为过去我看在这方面的经费，在国防大学相关的经费是没有增加的，那是不是可以逐年来改善？好，不然其实像国防医学大学招收的学生的品质也都很好啊。是的，我们会这样做的。医学系的学生，请委员放心，好不好？是的，这方面应该可以来改善。谢谢委员，好不好？是，好好，谢谢。接下来，请许玉仁委员发言。好，主席，我们请冯部长。请部长。委员午安。部长午安。部长，我想这个清复案呢、发展到现在，我相信你处理了也是相当负责啦，但是也是焦头烂额啦。那我想追问一下，猎雷舰后续该怎么处理？你之前有提出四个版本嘛？政府接管、解约，然后还有其他两个，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发展到现在，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理这艘舰？委员好，我是海军参谋长，我跟委员报告，目前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依法依约，到12月8号，他如果第三期的第一笔款他没有补入，我们启动解约的程序。这是目前我们能做的。那如果解约了以后，我们原本有四个案，那我跟委员刚刚讲的那四个案，不是，我们第一个是他继续履约，第二个是船厂承接，第三个是重新招标，第四个是重新建案。我们总共提了这四个案。好，来，我问你，所以这四个案哪一个目前是最有可能发生？它是循序渐进。如果解约了以后，像第一个案继续履约就不可能了，所以第一个案我们就不用评估了。我们接着就是第二、第三、第四案。那如果他解约完了以后，我们跟他诉讼，然后这个案子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其他船厂又不愿意承接，那就变成第二个案也不成立。那我们就会把第三案、第四案重新招标跟重新建案。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目前我们对猎雷舰一案的做法是朝向解约，可以这样说吗？鲍委员，这个还要再评估，还要再评估，是不是？是。那目前到现在为止，我们猎雷舰国防部估计损失多少？鲍委员，金钱部分、预算部分是没有损失的。我们把它，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在做没入它还款保证金的动作了。我们已经没收它第三期的第一笔。7亿5000万，那如果在十二，所以这个基本上不用评估嘛，因为就是朝向解约的方式去做嘛，对不对？那你们接下来配套措施是什么？
保委员不能讲，现在没有，因为就是因为很关键。假设他到十二月八号突然有钱进来了，我们还是要依约。十二月八号突然有钱进来，这个可能性多高？即便是0.001%，我们都要纳入考量。好，好，谢谢。好，你请回啊，我再问部长。部长，我还是要问一下哈，我们通常5000万以上的预算啊，部长要批准；10亿以上的这个军购预算，总统要批准。我想请问一下部长，去年我们在挪用24亿的时候，您认为或是就你所知，总统知不知情？总统不知道，他不知道。那这笔钱怎么用的？十亿以上的军购案，总统必须要批准。部长，我再问你，是不是每一个礼拜你都有进去总统府跟总统报告军情？那在去年十二月我们要拨用这笔预算的时候，当周你进到总统府，你跟蔡英文总统讲了什么？报告委员，我跟总统讲什么是不可以讲出来的，但是我可以给委员报告的是啊，这个新增建案超过十亿元的，总统希望能够过滤。那么那他这一个案子他为什么会不知情？我就是非常纳闷。这个不是新建的案子。那你们要挪用24亿，总统是三军统帅，他可以不知道吗？ 我请主席局局长来答复。来，包委员，我主席局局长哈。那个刚刚委员提的那个十亿元以上要总统跟那个让总统知道，那个是我们军事投资建案的一个作业规定。你建案新增的建案十亿元以上，你要纳到年度施政计划之前，按照程序要先报。那我刚提到的这个我们调控的这24亿呢，它属于付款阶段的。那付款阶段呢，我们分成两部分。这24亿里面呢，那个刚刚委员也有问到了，有13亿呢是海军自调了，那个是按照我们经费预算执行支付捷报作业规定里面立定的，就是同一个分支计划里面的工作项目，还有二级用途调整，那个我们是授权军总自行调整。那我想问一下部长，当初这个案子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也知道你有在追踪嘛？那你没有跟总统报告这个案子必须要挪用这些钱去做吗？还是你们里面哪一个人决定要做这件事，没有让部长知道的？对，我不懂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鲍委员，刚才主计局局长特别有提到说这个资源的调控的，那我们现在是属于已经在建案、已经在持续案的部分啊。第一个就是由海军司令部做完决策了之后，将他的需要的一个调控的这个需求报到国防部。那我们国防部是由军备局来去做接办。接办之后，我们会相关的单位，这包括我们的督察、采购、主计，然后完成这相关的一个审查了之后，在预算可支用的状况下，我们会由军备局去签核，这一次是由签核到我们的常务次长批核定了之后，跟去年的24亿的一个调整，其实都是由常务次长签核，然后最后把这个预算调控给海军之后，海军再按照他军事投资要去支付的预算的一个金额的多寡，由司令那边所批核的去做这样的一个金额支付。所以这个案子最高签到哪里？我这样问，是到军备局吗？还是到海军司令？区分两部分。第一个24亿的支付是由海军司令所批核的，那预算，那部长你知道吗？批核这个预算的时候，部长你知道吗？这是属于海军的权责，所以部长你完全不知情。是的，所以这笔钱24亿你用了，你不知道，部长？我不需要知道。你不需要知道你用了这笔钱。好，那我再问一下，这个跟我们整个中华民国的政府在预算纪律上使用的权限是不是有需要被检讨之处？今天如果有一个厂商，他备料备不出来，然后他的业务执行有问题，或是他摆烂，然后钱乱转，转来转去，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科目的调用去做。然后军购是一个这么敏感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再说，2016年11月17号，我们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审完预算，这笔钱冻结了。2016年12月，这笔钱被拨下来了。
部长，你不知道，这不像你的作风哎。这个事情他的处理的权责确实是没有到部长。那还有什么事情是类似这样的状况，部长不知情的？我们在去年的时候，第二期款其实他做的一个调节，也是按我们刚才跟委员所报告的那个程序，所以这个部分部长也没有。所以去年二期款是多少？33亿。所以33亿也是这样的挪用。那我请问一下是哪一条？所以还有一条33亿也是又这样挪用的。包委员，那个去年那个上半年啊。那个第二期款是33亿，33亿里面呢，海军他自己保留预算有18亿9000多万，另外呢不足的部分呢，他有协调空军，那空军的 F-16 因为当初他的品项有调整，所以呢他有14亿2000多万付不出去，暂时付不出去，所以就先行调整给海军。报完毕。所以我今天问到一个新的，所以33亿是里面还有一个部分是其他科目挪用调整的，那是部长你也不知情吗？包委员，因为这个是那这个立法院公报有没有记录，还是只有你们内部的这个记录，内部的决策？报委员，这个就是在支，我还是跟委员做说明，就是支付的上面的那个签核是由司令。就是军总的按照他的权责去签，那我们国防部的最主要是配合他的需求去做一些他所不足额的一个那个预算调控。好，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异性的。好，我再请部长哦，部长，你觉得这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吗？列入检讨。假如他们都依据程序来做，我觉得是不是说在政治责任上？你需要知道，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说，在你负一个政治责任上，你应该要知道这些钱怎么挪用。24亿、33亿都不是小钱，然后接下来的侵覆案的未付未偿款的部分都不是小钱，你要去弄清楚接下来还有几个科目挪用的部分。这不是我会问而已吗？媒体也会问，搞不好你老板。总统也会问，对不对？你不能说你不知道。我应该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分层负责的事情。部长，这不太，我觉得这样不太对哎，因为今天庆父案或者是我们的国建国造，你是最重要的一个执行者。那么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你不能说。因为那是程序的问题，或者是分层负责的问题，你不知情，那这样就太容易了。这个从102年开始就是这样子的，并不是到我当部长才这样。你也发出了惩处令，你惩处了那么多人嘛？我相信这些都是你手掌心、手掌背的肉。对，你也不忍心嘛？是不是？是的。那如果说今天。不是立法委员在这边问，今天是监察院来去纠举行政责任失责，那你会怎么说？处分的已经处分了，假如没有处分的，我们看情节的轻重加以处分；假如没有失责的，我们应该还他清白。部长，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哦，你每个礼拜也都有跟。总统去做这个军情报告，我希望不要再有这一种你不知情的状况下发生。这些惩处的名单不是到最后你要批准吗？惩处到什么程度，惩处到什么样的位阶，不是你都要批准吗？你不知道你怎么惩处啊，部长。我们有相关的调查，我们有总督察室的调查，并不是说我看到新闻来处分的，这一点我想请委员呢、明察。部长，我就是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你不要再不知情。接下来要发生要收的烂摊子还很大，今天庆父案是一个。全台湾这么大的一个超级烂摊子，那个负责人在外面啪啪走，还可以上call-in节目，到处去指挥办案。那
国防部背了黑锅也不知道，而你不知情，我都搞不懂。所以你要不要回去请你的幕僚再跟你报告清楚？我希望下次我质询啊，不要再听到国防部长你说不知情这三个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以民意代表、立法委员的身份告诉你们，台湾人民有权有知的权利。你国防部长，你必须要知道。谢谢。接下来，请曾明忠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部长。委员午安。部长好，几个问题跟你讨教。第一个就是内雷舰这个案子，国防部上上下下被处分的、被惩处的23人，部长，你的感想如何？你的感想能不能在这个在这个场合讲出你的感想？我的感想是有行政疏失的，我们按照疏失的轻重来处理。那么，假如我们在调查中间呢，有没有顾虑到的？那我们在检调或者是监察院查办以后，我们再还这些人的清白，因为我相信我的部署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在这么多的法令条文中间可能会有疏漏。但是行政院的报告明文写着国防部有5大缺失，部长你似乎认为也不认同国防部的调查报告，可不可以这样解读？我觉得行政院的这个讲的是五项疏失啊。对，这个我觉得那么多的条文，我们说不定会有犯一项，这个我们无从去争辩。那么我们尊重行政院所给我们的一个指导，那么我们来检讨，这就是我们在所有全案检讨过程中间的一个过程。好，那23位高阶官员被惩处。那部长，您要不要负责任？对这件事情呢，我想，我会负责任的去批核他们受到处分，也会负责任的让他们得到清白。您本身的部分呢？我本身的部分，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所以您本身对这个案子不需要负责。我简单讲，可以这样讲。对。好，接着跟你讨教。就是内雷舰的第3期的24亿的付款，2次国防部的正式来文上面署名的是冯部长，3月、5月份都到立法院，还有一次是专案报告。那这2份报告里面都写到，在今年的3月、5月份的报告都写到，庆富公司还在请款作业当中。请问部长，这2份报告送到立法院的报告，部长有没有看过？委员好，我想请部长打好不好？我问部长有没有看过？哎，来，谢谢。部长没有看过，因为这不是我的权责。好，到立法院来报告也不需要您的核准，看过，你都没看过？这个有书面的报告是由各个单位来负责。那。外界了，我说外界认为说国防部有故意欺骗立法院之嫌，部长，你对这样的讲法服不服气？不知道外界是哪些外界，请讲清楚。因为据我所接触的面讲，都觉得我们国防部在加油，我们相信国防部。跟该加油的部分要加油，但是您行文给立法院的报告就明文写说，您就明文那。你已经付了，去年12月已经付这款，为什么3月份、5月份给立法院的报告还写说庆富公司还在请款当中？这个就是我有给委员讲过，这是作业的疏失，所以在这个23个处分名单里面，有10位是因为这样子作业疏失被处分的。好，真正庆富案我们所调查的
在建案跟预约过程中间只有13位。好，部长，就这个部分您说是不是？那就这部分您要不要跟立法院道歉？我给立法院道歉是没有问题的。是，就这个缺失，您愿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跟立法院道歉说，你个人署名的三月份、五月份的报告没有查清楚，我不要讲说你有故意欺瞒立法院，那至少作业是不是连续两次？那要不要跟国防部？您国防部要不要代表国防部跟立法院道歉？假如委员不坚持我们是欺骗，我愿意道歉。我不会说您是欺骗，我用外界有外界用词，我信任您，也信任国防部的作业。那假设我也不会认为说你故意欺骗的情况底下，你愿不愿意跟国防跟立法院道歉？我不但呢为这件事情可以给立法院道歉，我也可以给全民交代，这个疏失啊是我们国防部的疏失，我已经对于所有疏失的人员呢加以处分，以后我个人呢也会特别注意这些行文的这个内容。好，那这算不算道歉？算，这当然算道歉。好，谢谢。另外跟你讨教，2017年就今年，中国大陆的国防预算总数多少？我说不行，这么重大的事情，部长要自己答。部长，你不晓，你不可以不知道中国大陆今年的经费，国防总经费多少？市长，不要打 pass。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你不能说我们最大的敌人他的国防经费多少，你不能不知道多少。我想超过我们非常的多。对，多少？1兆、2兆，部长。我想这个应该下去仔细的计算，因为它还有隐藏的预算，所以我不能一次、这个。不用，不用，不用隐藏预算。公告到大家都知道，网路查得到的预算有多少？那些都是不确实的。我们所收到的资料是，它有许多隐藏的预算。那隐藏的不算，部长讲真实的。隐藏的不算呐、啊，我可以给你报告，4兆6台币。您是要我用媒体上的这一个数字？对，好的。那委员讲对了，部长，您的答题的技巧非常的高明，我只是这样讲。另外啊，国内是今年是3217了。占 GDP 多少？哎，不要打 pass。部长多少？这个国内你总要知道吧？接近3%，1.86，差3%还很远。部长，我们两个计算的方式不一样啊，计算的方式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有我们自己计算的方式，是接近3%。哇，部长，您倒仔细讲。怎么计算？因为3%就5000多亿，5100亿啊！去年是3217亿啊，怎么会有5000亿呢？部长，哪里来的？假如你要确实知道，请我们的军备局长下去给您报告。不用，因为 GDP 数字是活的，你国防经费数字也就在那里。你真的要占 GDP 3%，要5100亿，部长。我讲过接近3%。1.86，占3%差很远。那另外今年3278占 GDP 多少？部长，也接近3%吗？差很远。部长只有1.84。好，不好意思，好，好，谢谢部长，谢谢。部长刚刚提的那个3%，那个请军备局长来说明一下好不好？谢谢。啊，接下来我们请叶宜津委员发言。叶宜津委员不在，请吴志扬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不在，请林俊宪委员不在，请蔡义瑜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不在，请洪慈庸、不好意思，洪慈庸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请部长。
委员午安。来，部长午安，辛苦了一个早上。来，我先问一下部长，你记不记得这个会期的总质询有几个委员质询过你？不记得。不记得、哦。你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在所有部会里面应该是质询最少的一个委员、啊，然后委员质询你应该是质询最少，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蔡适应委员。哦，那我不晓得说，连只有两个委员质询在总质询质询过你哦，都不记得。那我们委员问过你的题目，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有相关的单位列管，有列管。好啊，所以部长你应该也是不记得嘛，对不对？来，有没有人记得的可以站上来一下？那个智慧市场打好，有列管吗？好，来部长，委员好，再刚帮你复习一下了哦。10月20号，在这个国防外交组的这个质询里面，那我有提出来质询哦，就关于之前这个陆军这个华城食品案的部分哦，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副食品的这个建议哦，就是他有提供这建议单的部分哦。那当时候呢，部长你有承诺说你会在一个月以内彻查。那请问部长，这彻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我们彻查的是没有这件事情，我请陆军的参谋长给您详细报告。是的，我们已经由我们司令部啊，陆军司令部的督察长室正式的去立案调查。那调查结果啊，我们并没有所谓遭受到菜单的胁迫等等的这些的问题，那有关厂商他们造成煤波的事件啊，目前我们的了解啊，这个也没有相关的这个有涉及到刑事这个司法诉讼的问题。好嘞，这个案子哦，到11月20号的时候，国防部也没有主动来跟我们办公室说明，那是我们的同仁来一直三催四请哦，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国防部到底有没有这彻查的一个结果？那当然，在11月20号呢，我们的这个国防部的同仁来到我们办公室是说，就如同刚刚参谋长说的哈、哦，没有这件事情，因为这华城公司他没有被起诉，起诉的是将员这家公司。好，那当时候他也没有提供我们任何的资料任何书面什么资料都没有。那当然也对于我所提出的这个建议采购的这个建议单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部分，他也都不清楚。好，那好，他就回去了。那11月28又到我们办公室来说一次。那他说呢，因为这华城食品的这负责人陈炳尧先生，他虽然被判刑了，但是他是兼任这个华城食品跟酱源食品这两间公司。好，但是因为你们公司法人的这个是切开的嘛，所以你们认为说他并没有不符合这个厂商的一个规格。所以你们还是接受了他的一个，他来一个招标的一个规定，你还是让他来招标了哈。好，那你这样说，我也不能说什么啊。你们认为他合格吗？哈，但是呢，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不应该出现的建议采购单。我们基本上我们有拿到资料嘛，哦，那你们也没有来跟我们求证说这资料正不正确，那你们就告诉我们说没有这件事情。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参谋长啊，那你怎么说服我说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们调查的过程当中，委员所讲的这一个菜单的建议单啊，我来跟您报告，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原来的这个契约啊，在105年，它是双方啊共同可以来研讨菜单，但是我们啊这个认为啊，这个菜单的这个主导权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来定，所以我们今年的约就定成我们来开菜单。但是呢，这个厂商有极少的一个单位因为他在火尾采买交接的过程当中因为不熟，他会建议他，但是他建议他并没有主导权没有主导权，最后决定还是我们。好，来，那只有是极少数，但是我们绝大多数都是自己开菜单。好，参谋长，你这样说哈，我就要跟你讲了哈，你们的同仁跟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哈。那104年到105年，它是一个合约；106年，它又是另外一个合约。那106年才有规定这个，它没有这个建议权。那我就问了说，那为什么106年会来做这个规定？那这个同仁就讲说，因为之前有发生过问题，所以106年我们终于把这个规定设进来了。但是设进来之后呢，设进来之后也并没有相关的一个违反的一个惩罚的规定，就是什么记点啊，或是什么你要就是放弃未来的一个招标的权利的这些规定完全都没有。所以你们这是一个据文嘛？如果发现说这些厂商他还是一样，他来建议你，那
你们下面的同仁如果跟这些厂商有一些勾结，如果发现这样的事情，你后面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啊。来，部长，我想问一下，那你设这个规定有什么用？这个目前呢，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啊，这个他并没有供应我们的食材，而且也没有像委员第一次问我说是他们有胁迫等情都没有。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应该让这个陆军司令部他们自己去来处置这件事情。好了，部长，你们就说没有嘛，哈，那调查权都在你们的手上啦，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干涉你们什么的。但是这件事情有没有，你们自己心知肚明啦，哈，你们的同仁如果会出来爆料有这样的事情，那怎么会是子虚乌有？好，所以我在这边我还是要严正再提出啦，这样的事情在你们军中或许是一个潜文化。很多做过伙食相关这个工作的你们这个士兵同仁，搞不好都可以说出很多的故事啦，哦，所以这部分哦，我要请部长啊，这回去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内部好好的加强一下，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哦，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有这样的规定，你就要确保他能够执行。如果你确定他，你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你就不能让他如果违反了之后，你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则。好，所以这个是我要再特别提出来。再来，那一天我另外提出来一件事情是，我有问赖院长，我们行政院长，我问他说，针对于不适应我们军旅生涯的这一些军官士官的部分，他的一个是不是应该要给他一个退场的机制？鲍委员，我们现在目前就有依法而成立的退场机制。我告诉你们，你们依法就没有半个人依照这个法退过。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哈，我们不管军种或国防部，依据事态的不同，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废话了。不是废话，院长已经我依法说这样的事情，去做评估了，也是要依法。那你们一个月里面什么评估都没有？我依法来做退场机制，我不可以没条件的让这个退场机制成立。院长责成你们去做评估，我觉得院长也是依照法律来做。所以你觉得院长讲的是屁话就对了？我没有说，这是您说的。一个月了，什么都没有。院长有说，只要是委员提出来，他有答应要去做的事情就去做。我们依法报委员，我们依法做这件事情，也跟您做了很多次说明。您开记者会、公听会，我们都派员参加。所以呢，我们怎么会是怠惰呢？所以评估报告在哪里？我们已经说了十四条，所谓其他事故的这个召集，由一定的层级、一定的组成。好，谢谢，时间到了哈，请我们国防部再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好不好？谢谢，时间到了。评估报告，请你们要去做。如果院长都说了，我们再提供。你们不要再送出一样没有一样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好，谢谢。接下来请周晨秀霞委员发言。周晨秀霞委员不在，请李燕秀委员发言。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一下我们行政院主计总处的曾专委，以及我们主计室的主任洪主任？曾专委以及主计室主任洪主任。洪主任，谢谢。这位是洪主任，是不是？这个洪主任是这位，洪主任是后面这位。来，文英好。专委主任，你们两位对于这个预算法应该都非常清楚，对不对？是。好，61条预算法61条跟69条当中，对于留用的部分，20%的留用。是不是预算法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的？鲍委员，那个留用的限制是在63条。63条，好，那69条当中有特别写说，留用的方法跟方，说留用的方法跟方式，但是留用的部分应该以同年度为限，有没有这样的说法？留用当然是同年度啊。那我们在列雷的庆富案第三期的付款是从106年度留用到105年度的付款，对不对？应该是106年度的付款的预算挪到105年来付，对不对？提早挪用，用106年度的预算去支付105年，提早付款，对不对？跟委员报告哈，同年度叫预算法规定是同一个用途别留用，那同年度应该是以同一个年度，
不同年度106就跟106 105跟105。那对于庆富案的付款的部分，现在大家在谈的是24亿，是应该是提106年度的预算我们挪用到105年度的预算挪用到106年度，对不对？报委那个105年度的，他们是在105年的预算里面去调整的，跟106没有关系。那所以明年度的预算，好，那好，即便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同一年度的预算，那请问你们挪用的 部分有没有召集过会议？因为这个是从不同海军、陆军、空军三个军种的不同预算，依你主计单位有没有开过相关的会议？你回答我，我不需要别人回答，因为你是负责主计的部分，有没有开过会？哦，报告委员哈，因为这个委员所讲的留用，在国防部的预算编列上，并不是构成留用的这个现象。好，不管你叫不叫留用，如何去把这24亿凑出来，一定是经过不同军种、海军、陆军、空军开会，然后把钱凑出来变成24亿，有没有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有没有召开过？你在不在？报委员，因为我是主计总处，那这个是国防部的预算。好，那国防部回答，那国防部回答我。跟委员报告哈，我是经政系统，我负责经政的部分。那这个是属于经历系统。好，没关系，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有没有开过会？委员好，我主计局局长哈。那针对这24亿，我做个报告。那24亿里面13亿是由海军。你不用，你简答我，到底有没有开过会？在24亿。有没有开过相关的会议？不然怎么加总上来刚好24亿？你一定有开过类似相关的会议。这些会议的资料，现在在调阅文件里面没有看到过。包委员，我们没有针对24亿去开过会。那你有开过什么会？基本上就是按程序，我刚刚讲的就是程序。就海军他报，他检讨13亿不够了，报到部里面来。刚刚军备局部里面是谁？报到部里面是谁核的？是军备局收办，军备局收办之后呢，他会给部里面的相关联参，包含总督、主计。像这种好，像这类似相关的签呈，最高层级要签到哪里？以这个案子来讲，按照我们目前的规范，他只就是不要以这个案子，按照惯例。惯例的话，这不是1亿2亿哦，这叫做24亿哦，不用签合到部长去。按照部长这个过程一点都不知道吗？按照我们目前的前者来讲，就当预算科目的主管联参主还的核定。哇，你们每一个人下面权责都这么大、哦，怎么样留用20-30亿都不要签到部长哦？那不是国防部不需要部长吗？发生事情你们下面每个小兵小将扛了就算了，部长连政治责任都不要负。包委员，因为按照目前我们的权责来讲，是真的没有立定到部长这个层级。哇，原来你们留用的项目可以这么宽大，那高到多少金额？连蔡英文说军购要到10亿以上的都要他签，原来你们留用24亿都不用部长签，你们这些小兵小将权责非常大、欸，出了事情记你们大家过就好了。部长说我们已经惩处了。他就坐在那边安安稳稳，不要脸到这个程度，安安稳稳坐在那边，一点政治责任都不用负。包委员，有啊，我已经惩处了、啊，一点政治责任都不用负。你们这些人留用的宽度可以到这么宽，然后部长完全都不用知道。包委，那个刚刚您提到的10亿元那部分是整个军头新增案建案的一个程序。达到10亿元以上才会到部长来核定。那至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一部分，都是属于经费还有计划里面年度计划既定计划。经费里面的，即便是留用的部分，包括刚才来，我好时间在你，我先请一下部长，请部长。部长，我是非常佩服你，还可以安安稳稳坐在这里哦。刚才你回答曾明忠委员说，我们已经做了惩处，不管他的事实，我个人并不认为你没有责任。但是
惩处了下面的基层同仁之外，难道身为一个国防部的大家长，国防部从你上任到现在出了这么多事情，你难道一点政治责任都不用负吗？那两本当时要解冻的报告，还是经由你嘴巴念出来，还上面还是盖了你冯世宽三个字，你不用负责任吗？官员政务官这么好做的吗？政务官推给下面责任去记过，是下面的疏失，上面盖了三个字，你冯世宽三个字，你一点政治责任都不用负啊！即便是他们的错，人家说养子养女教不好父母的过，即便是他们错，你一点政治责任都不用负吗？更何况我不认为你完全不知情。好，时间到了，不好意思，部长，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脸可以站在这边，要下面去帮你扛这些责任。但是如果身为一个国防部的部长，要底下的官员敬重你、尊重你，拜托你负点政治责任。该离开的时候就该离开。从你上任到现在，熊山飞弹的误射、毒品、虐狗事件、军纪的问题，你还有脸哈哈 哈大笑？回去好好思考你的带领到底出现哪些问题。好，谢谢，时间到了，谢谢。我佩服你还有脸坐在这里，站在这里。在这里我想要请主计总处刚刚专门委员曾专门委员是不是提供给本委员会的委员，就我们已经被冻结的款项，可不可以留用？如果可以留用，它是用哪一条？麻烦给我们书面资料，谢谢。一个礼拜之内。登记质询委员除不在场之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那本日委员口头质询以及未及答复的部分，或有要求补充资料者，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提供。刚刚还有请中科院跟厂商合作的法源基础，也提供给本委员会委员参考。一个礼拜之内，有关国防部106年度主管预算科学研究冻结5亿元一案，业已报告，其书面报告已送交本会。请问各位委员，预算是否同意动之？同意。好，同意。我们有关国防部107年度主管预算另定期处理，相关公开及机密预算提案，请于下周三13日下班前提送议事人员。现在散会，谢谢。请问你带头先离开一下，小华，便当可以。